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宣布公听会开始哈。那我在这里向线下我们公听会与会所有的专家学者、参加的贵宾，还有我们列席的首长，当然我们最重要，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还有我们整个立法院来关心这个条文修正的所有的委员，所以我们各位委员跟各位学者专家，我们各位业界，还有我们政府机关所有的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么有关保险法107条条文的修正草案，我们到目前为止本院的委员提出的修正案多达15个，哦，这可能是破纪录了，而这些提案也都经过我们本届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三四五次的院会分别交付本委员会来审查，其中11个提案的版本，我们本委员会已经在105年的3月17日本会期第四次的全体委员会会议进行审查，完成了报告及答询的阶段，我们决议宁择其继续审查再案。那么这次保险法第107条修正案的提出，主要是因为今年我们2月6号台南美浓大地震造成的台南市维冠大楼倒塌，罹难者有高达1/3是未成年的儿童，而39位罹难的学生之中，有27位未达15岁。依据我们现行保险法107条的规定，限制未满15岁未成年人所投保的人寿保险，只能够在满15岁以后才能获得死亡的给付，未满15岁前身故，只能够获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的保险费。虽然这些儿童仍然有100万元的学生保险的保额，但委员们普遍认为身故理赔应该排除天灾等不可抗力的因素，且能溯及这一次的台南震灾，甚且还有主张溯及到复兴航空澎湖空难这个事件，所以就纷纷提出修法的提案的版本。不过相对的，连日来有甚多的学者专家积极投书力陈修法之弊，他们认为修法涉及道德风险，不能不谨慎为之，更有指出溯及既往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在规划保单的时候已经排除了死亡的给付，即便通过修法也不会凭空生出该笔的给付。主管机关金管会主委王主委王丽玲被询时坚定地表示说，在支持在不增加道德危险的前提之下，可以严厉天灾除外的这个规定，不过强调天灾必须有明确的范围跟定义，也就是说他不赞成儿童死亡保单的开放，不过同意放宽若因天灾死亡，在不增加道德危险的前提之下，可以获得丧葬费用的理赔。况且由于目前15岁以下被保险人人身身故是退还保费加计利息，等于保险公司在计价上并没有算入15岁以前的身故风险，所以为了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及寿险业者的费率适足性，那金管会建议不宜溯及既往。诸如以上各界种种不同的见解，都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也都应该是未来审查法案的修法参考。因此，本席为求慎重起见，特依照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4条规定，各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易的议案，得依宪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举行公听会，还有我们的第56条，公听会以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并得邀请政府人士及社会上有关人员出席表达意见，并依正反意见之相当比例邀请等等的规定，举办今天的公听会，以提供委员同仁们在审查法案而需要听取各界意见或讨论沟通寻求共识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学者专家业界及政府代表，大家拨冗参加，期待各位针对今日的提纲畅所欲言，踊跃并充分表达您宝贵的意见，作为本委员会未来审查该法案及协助政府相关部会施政的一个参考，希望大家一起来贡献心力。那这一次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公听会，我们订定了以下6个讨论提纲，不过各位学者专家们有不属于提纲内的其他相关意见或相关见解，也都欢迎我们适时的提出来，作为未来修法的参考。现在我们就按照议程来接续进行。那我们这6个提纲是：一、部分修正草案所谓的天然灾害、重大公共灾害、不可抗力因素，它的定义是否明确？第二个，
部分修正草案溯及既往的条款是否符合签立保险契约的目的。第三个，我国若通过上述修正草案内容的影响评估，那这包括道德的风险、保险契约的本质，以及现行法第105条第一项关于被保险人同意的行使。第四，死亡给付与丧葬费用的差异，以及现行条文在运作上的缺失。第五，条文内是否明定死亡给付或丧葬费用之金额上限，或采其他的认定方式。第六，是现行条文之第三项规定是否造成身心障碍者投保人寿保险之不必要的限制，认定的标准是否有检讨的空间。那再次强调，不以这一些提纲为准，有任何宝贵的意见，各位专家学者都欢迎你们提出来。那我们先来介绍在场的委员、与会学者、专家及政府机关代表。那我们委员先介绍学者专家吗？好，我们林元委员说学者专家比委员重要，所以我们先介绍我们学者专家。那我们与会现在的学者专家代表有我们国立台湾大学商事法学中心的汪信君汪教授，汪老师你好。那还有我们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的刘仲龙刘教授刘老师，还有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的叶启周叶教授，我们国立政治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的张世杰张教授，还有我们林建志教授来吗？还没到。好，我们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罗俊伟副教授，还有辅仁大学财经法律学系的李志峰副教授，我们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刘邦宁特约研究员，我们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的滕锡华秘书长，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的陈亮理事长，好，我们的有知名作家，我们的庄桂香女士，我们财团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的傅嘉丽督导，还有我们一样是我们这个基金会的王婉玲代表。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委员哈，有我们的另一位召集委员，我们的卢秀燕卢委员，我们的陈奈素梅委员，我们的王龙章委员，好，我们永远第一名报到的我们曾明忠委员，我们黄国昌委员，还有我们的林应元委员。感谢各位委员的参与哈。那我们还有我们的机关代表哈，我们的列席机关代表，我们金管会的副主委黄天牧黄副主委，我们法律事务处的处长钟瑞兰钟处长，我们保险局局长李满志李局长，我们赋税署副署长王秀忠副署长，我们内政部消防署灾害管理局的专门委员陈在通陈庄委，还有我们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的专委叶信春叶专委，我们卫福部保护服务司的科长林春燕林科长，还有社会及家庭署的科长宋继林宋科长，我们法务部参事刘成坤刘参事，我们中华民国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工会的代秘书长金义慧金副代秘书长。好，那等一下如果还有贵宾我再来补充介绍哈。那感谢今天大家拨冗参加。那我们现在在与会发好了是好，我们与会人员发言之前，那我们先来做向公听会所有的来宾跟委员们来做以下的宣告。一，我们每位发言以八分钟为原则。二，委员若需发言请向主席台登记。那第三，全部发言完毕后，我们请行政机关就他业管的权责我们整体来回应。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第一位的学者专家，我们的我们台湾大学的法律学系我们台湾大学商事法学中心的汪信君汪老师汪教授，先来做什么。主席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代表来宾大家好。
这个部分呢，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在报纸投书啊，或者是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哦？那最主要是原因是，当然在大地震之后，所有的赈灾啊，我们都表示很同情哦。那回想到那一天，实际上我是在台南的新化地区哦，那实际上是地震最重要的，那最严重的。结果从我家的楼顶哦，就可以看到那个倒塌的那个金城大楼。那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报纸上投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好像赈灾的这些家属其实真的很可怜哦，是不是？哎，保险呢，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转嫁风险的工具哦？那但是我们后来又想想哦，那儿童死亡保险它的目的是什么哦？那到底这样的修法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我们保险的目的，跟将来保险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其实它不是保险要做的，而是另外一个从社会急难救助的方向去努力。好，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论到的几个重点。那死亡保险的部分，我想在座的学者专家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可能委员有些对保险，或者是与会的来宾啊，对保险哦，稍微我们再强调一些重点了哈。也就是死亡保险哦，它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哦？死亡保险是什么？是被保险死掉之后，那由其他人来领钱。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当以儿童作为被保险人来作为一个死亡保险的时候，它绝对绝对不是建立在儿童利益的保障上。它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儿童死亡之后他的家属遗族的照顾上。所以以这个为基础的时候呢，那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哦，就是死亡保险绝对不是为了未成年儿童而存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次修法里面，我们有可以谈论到的几个重点哦。就是那在这边呢，我们先谈到说，从讨论提纲来看，我们会分成几个四个方面哦。那第四个方面，也就是关于丧葬费用的部分哦。那待会那个叶启周教授哈、会跟我们一起谈，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实际上在讨论这个修正草案的过程中，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哈、那待会那个叶启周教授会对于这个部分有更细节谈。那我们先用几个简单的概念，大家可以更清楚的进入状况。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看到很多委员的确很关心这些受灾户，那而且呢也希望透过这个保险法的修正可以进一步去看可不可以去援救这些可怜的赈灾的灾民。那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如果我们提到用天灾来作为限定的时候，那我们看了下一页。好，天灾作为限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保险法的架构或者是保险商品的设计上来看，它就不会是在一般的人寿保险，因为在一般的人寿保险其实就只有生存给付跟死亡给付这两种。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故，它就会是一个死亡保险的给付。那但是如果我们只限于天灾的时候，其实就跑到关于伤害险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所谓的意外险的概念。好，那但是意外险什么样的意外？天灾是什么样的意外？我们想象一下，在台湾天灾最多是什么？台湾天灾最多是什么？台风，对不对？好啊，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可能有电线走火，然后起火就火灾了。火灾保险也是个天灾。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一下一些社会新闻背后，如果一个火灾的发生它通常都可能会伴随什么？假设它有高额的保险金的时候，又会有什么道德危险呢？道德危险就出现哦。所以在这时候，如果我们说一个伤害险，然后我们限定在天灾的基础下，然后天灾你又不可能限定在某些很细小可能发生情况非常少的状态下，这时候你不得不包括什么火灾或者是台风。那问题就来了，就好像我的朋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台风过后，结果发现那个嘉南大郡或者是一个水塘就有一个淹死的未成年子女，那这是什么？这是道德危险还是天灾？好，所以一旦开放儿童保单，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天灾的界定，如何去界定它，实际上还是会有道德危险发生的可能性。那而且更重要一点我们会禁止儿童死亡保险的目的，其实不是只有道德危险的这个目的。好，那待会我们会再继续谈。那我们换下一章。那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其实呢，死亡保险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儿童而存在的，它是为了被害这些儿童的家属、这些遗属那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部分呢，到底
要怎么去援救这些家属？那实际上呢，到底透过保险到底可不可以？就如同刚才主席谈到的哦，从费率精算基础上来看，待会那个张世杰老师也会进一步从费率的精算角度来看哦。那实际上就好像是什么，一个本来不是承保范围的一个保险事故，那结果呢，因为发生震灾之后，我们就通过修法变成它是一个承保范围，要保险公司赔钱，就好像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各位委员，我们想想看，这样的逻辑或者是这样的思考是不是正确的呢？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照顾这些遗嘱家属的话，我们应该思考其他的方向，是不是通过一些社会救助的方式，将不管你有没有保险的受难家属都有一致的急难救助的金，而不是透过你到底有没有保险，所以呢我要你保险公司赶快赔他哦。其实这是不同的两条路，那实际上比较正确的路应该是从受难家属的角度来看，应该给予平均，而且呢大家都有的一个急难救助的一个援助金。好，那我们再换下一页。好，那在这时候我们就要谈论到一件事情，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看。好，今天各位如果要出差之前，然后呢你的另一半哦就说啊，老公你很辛苦，你要出差了，那我很担心你耶，所以我帮你保一个旅行险。好，那你当然会想说，第一个想法是，哎，好像这个老婆很关心我的安危哈。那但是你再退步想，你想到什么？什么时候老婆领得到钱？你挂掉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想说，哎，如果他帮我保了这个险之后，是不是要经过我的同意？我知道有这个险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也希望你这个老婆帮你保的这个旅行平安险上面的受益人写的是谁？万一受益人写的是你完全不认识的第三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会担心嘛？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们架构在一个未成年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5岁的小孩，一个10岁的小孩，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保险，然后说你死掉了之后，我爸妈是受益人来领钱，那谁帮这些未成年子女来同意？那很明显的在这里哦，要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就陷入一个侵权行为冲突的问题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哦，实际上这个死亡险为的利益是什么？是要保人的利益，而不是什么被保险的利益而存在的哦。好，那这是我们在这边呢，我特别强调一点，这也是除了道德危险之外，我们要一定要强调的关于同意权的行使是有侵权行使上的冲突的。而且更重要一点，在保险法在105条的第二项有一个叫做撤销同意权哦。这时间到了吗？好，那我再讲一点。好，我把这段讲完，那接下来很多细节我就请叶老师再进一步延伸。那其实在保险法第105条第一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撤销同意权，也就是契约在订立之后，那实际上是允许被保险人可以随时反悔的。那我们把它放在未成年子女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撤销同意权根本没有任何功能存在。一个未成年子女不可能说爸爸我不要当被保险人了，我可不可以撤销了？不可能嘛。就算他要行使这个同意权，他要经过谁的同意？法定代理人同意。那其实在侵权行使上呢，就有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我们会认为，其实不是只有道德危险的问题，还有105条第一项第二项同意权还有撤销同意权的问题。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待会会整个修正草案的内容我们会交给叶老师呢来再进一步延伸。谢谢。好，我们谢谢汪老师。不过跟所有的老师们报告，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我们还会有第二轮哈，所以等一下还是有畅所欲言的机会。那如果时间的不够，还可以用书面，我们都会来做参考。那下一位，我们请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的刘宗龙刘老师刘教授来，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教授，各位政府机关代表，各位记者先生，这个我很荣幸啊，能够应邀来这边呢、表示一点意见。那我大概看了财政委员会事先寄给我的资料啊，
大概委员的提案呢，一共有十几件，大概十四五件的样子。那我看起来基本上啊，就是针对这一次这个天灾啊，那造成很多儿童死亡，没有保险保障，特别做一个规定。我们的立法常常会发生说，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马上啊做一个规定，也许利益是好的，但是思考呢，并不是全面的。上一次的立法是在民国九十九年，上次修法，九十九年修法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刚刚通过，我就发现不太对。那因此呢，我在当年的那个叶丹法协四月一号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批评这个一百零七条的立法的问题，果然呢、啊、就不幸严重。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法案呢，如果通过按照委员这个十五个版本呢，就基本精神通过的话，实际上也是没有解决问题。除了刚才汪教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补偿的范围，救济的范围，而不是一个保险的范围的问题。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十五条跟一百零五条跟一百零七条，我大概归纳起来。如果各位手上有这个资料的话，那请各位看一看，我归纳成了四个问题，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用未满十五岁的人当被保险人投保死亡保险的时候，同意权怎么行使的问题，有没有保险法一百零五条同意权的这个行使的这个问题？那各位都知道，同意啊，在民法的规定里面，民法的定性里面是单独行为。那未成年人呢是不可以做单独行为，事实上不能够，他即使他同意也是无效的，就是说你拿未成年人当被保险人其实是无效的。父母亲可以不可以说，哎，我当法定代理人，用我的子女当被保险人，未成年子女当被保险人，然后我同时呢代理他行使同意，如果这样的话呢，一百零五条等于废掉，等于说没有达到这个牵制啊风险的功能，没有。那我可以不可以说，我事先允许我的小孩未成年子女说你可以行使同意权？那如果你自己一方面是要保人，一方面要允许你的未成年子女来同意，那这个一百零五条的功能照样废掉，没有用。所以这个同意权的问题啊，必须解决。第二个呢，我们现行法规定是说，十五岁的范围，十五岁以上，十五岁呢，未成年人啊，不能够投保丧葬费用，超出丧葬费用的，人的价值啊是无限的，为什么不能投保超过丧葬费用？那为什么只能够在丧葬费用目前规定是123万呢？换一句话讲呢，只能最多保60万多左右。那为什么一个人的价值只有60万左右？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没有解决呢，15岁以上、20岁不满的人，他怎么投保？他们的风险怎么办？没有解决。第四个呢，精神障碍的人，现在只能投保丧葬费用，就是也是60万左右。换一句话讲呢，我们的保险机制啊，并没有提供啊这个未成年人一个完整的保险保障，也没有透过同意权的行使呢，来杜绝、啊、可能的风险。那我下面呢、啊，这个各位如果手边有资料，我把多国的条文，但是我把它翻译成那个跟我们保险法的用语衔接起来，这样比较容易了解。德国呢，上一次的修法是在，对不起哦，最早是在1908年的时候，保险企业法。
那上一次修法呢是2008年，中间呢刚好差100年。你要问说他们就未成年人的这个死亡保险呢有没有什么大不同，我跟各位报告没有什么大不同，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年金，就是团体保险。就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公司为我未成年的员工来保险，那种不会有道德风险，所以你不需要经过他同意。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学校为学生买保险，那这个不会说学校为了领保险金然后替他们买保险，不会的。所以这种情形下呢，没有道德风险的顾虑，你团体保险、死亡保险是可以买的，不需要经过同意。所以德国呢，1908年上次修，到2008年，历经100年，这个法律施行的结果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他们的施行是没有问题的。那就代表着德国这个立法呢是可以取法的，可以借鉴的。那特别是那个员工这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国内有，如果套用到国内会有，公司为他的未成年的员工买保险，学校为学生买团体保险，也是这一类都可以不经过啊被保险人同意就可以买，因为他没有道德风险。德国的这个借鉴有几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在我写的书面资料里面的第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被保险人这个保险金额不超过上账费用，根本就不要经过同意，因为无利可图，不会有道德风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公司的为他的员工购买死亡保险，那员工很多，所以是公司不会为了图利，为了制造道德风险性赚到那个钱，所以掉到保险金，所以他不需要员工同意。那是国内呢，我们有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什么案子，就是比如说，乡镇公所要为他的镇民或者乡民来买保险，要不要每一个人一个盖章呢？不需要，因为不会有道德风险。所以就不会有道德风险的顾虑呢，就不需要啊，就不适用保险法105条的规定。第三个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就是父母亲用他的子女去买保险，当被保险人，如果这个保险金额超过上账费用，父母亲不可以一方面是腰保人，一方面又代理他的子女来同意，或者允许他的子女同意，这个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105条的牵制道德风险的机制就没有掉了，所以不可以双边代理，这是很重要的。第四个呢，是这个，如果这个在德国，它有一个情况啊，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养到7岁以上，亲生子女，他替他买保险，即使超过上账费都不必经过他同意，不必经过，因为他养太久了，养狗养猫都有感情啊，养小孩子养到7岁当然有感情，所以他就不会有道德风险。不过我这一点呢，我是要吸收这个经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足够的统计数字，所以这一部分呢不应该轻易的吸收。那第五点呢，第五点是父母亲呢，如果他用他的未成年子女当被保险人投保死亡保险，那约定说没有满7岁仍然应该给付的话，如果他不超过上账费用就不需要经过同意，大概有几个重点。所以我简单的这个后来我就在拟了这个条文哦，105条的跟107条的这个修正条文，我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子。第一点就是说，如果是死亡保险，那原则上啊，如果他的投保的金额用他人的生命来当被保险人，保险的金额超过上账费用，就必须经过他同意，就被保险人同意。
但是年金，但是团体保险啊，学生保险这个不再实现。我觉得这一点呢，对我们的国内的保险的发展会有帮助，因为它会拓展很多团体保险。第二个呢，这个，保险公司啊，要强化保险公司啊的核保义务，因为哦，道德风险常常发生说哦，被保险人表示同意了，可是这个同意，比如说这个被保险人哦，他是在医院的，已经身体健康状态有问题，那家人替他买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这个在医院里面呢，他是用纸膜帮他盖个章哦，然后就表示同意了。那到最后呢，事故发生了，保险公司啊可能不认账啊，就跟你说这个是有到是已经发，这个不是他本人签的。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核对啊，是不是真正本人同意这一点呢？要强化保险公司啊核对的义务，这是第二项想。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第二原来的三项啊、四项啊，我想不必修改了。那最后一个上账费用，就是可以按照这个财政部啊，关于这个，关于上账费用的扣除额的一半这个数额，逐年调整，这个是可以的哈。最后就107条啊，107条，我是希望把它建议说，父母亲如果以他的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或者监护人以他受监护人当被保险人托保死亡保险，如果他的约定的保险金额超过上账费用的话，那没有经过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生效力。那代理订立保险契约的要保人不得同时又代理呢这个被保险人行使105条的同意权，就是说简单的讲呢，你父母亲代子女投保保险，你就不可以代他行使同意权。那可能各位可能问说，那同意权谁来行使呢？原则上是这样的，比如母亲去投保，父亲行使同意权，父亲去投保，母亲行使同意权。如果他们两个人一起投保，没有一个适当的话，就申请法院指定另外一个人来行使同意权。就是大概依照亲属啊，有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个是，对不起啊，第二项就特别讲到说，这个同意权的行使呢，应该有由代理权的其他代理人来行使。如果没有代理人的话，没有其他代理人的话，申请法院来行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条文我大概不好意思跟你讲太久了，那我把这个条文都拟好了，各位斟酌看看，谢谢。啊，谢谢刘。我们刘宗龙刘老师哈，那再来我们请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我们叶启周叶教授叶老师请。OK， 主席哈，各位委员哈，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各个机关的朋友，大家好哈。那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谈一谈一些关于这个议题的心得。那诚如刚刚这个汪新君老师所说的哈，这个儿童保单我们要先厘清一个事实，其实不只是儿童保单，所有的人寿保险在死亡给付的这个项目上，它保护的对象都不是死亡的这个人。好，我们虽然把它叫为被保险人。可是真正被保障的人不是他，而是生存的人，好，生存家人。所以我们讲这个应该要先确认。那在早年呢，其实人寿保险最早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曾经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好，因为等于是你拿别人的死亡当作赌注，可以让生者拿到一笔钱，我因为别人的死亡而领钱，最早是被认为不道德。这个不道德性后来被去除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它的社会功能。好，就是说这个制度可以保障生存的家属他的经济生活，好，可以不会顿时失去依靠。那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书面同意或保险利益等等的要求去管控，防止他的道德危险。好，那所以目前当然各国普遍有这个人寿保，但是在儿童保险以儿童的生命、儿童的死亡作为这个给付条件的这样子的险种呢？这两个正当化的事由，就是排除它的不道德性的正当化事由，其实是有疑问的。因为
多数的家庭应该是不会靠小孩子养家，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定的标准是15岁，基本上不满15岁的人是在劳基法上是不可以工作的了，那就是说不可以是养家的，所以这个家庭经济支柱的这个问题、社会功能问题这个因素不存在。第二个，保险利益跟书面同意管控到了危险这个问题，刚刚汪老师也有讲到过，是未成年人他在现在的状况之下，他根本不可能妥适的行使同意权，因为刚刚刘老师也说了，同意权是个单独行为，在法律上他不可能自己单独有效去做一个同意，然后即便后来同意了，也可能也没办法随便去撤销。当他感受到觉得这个保险对他来讲他不是很适合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撤销。然后以台湾现在运作的情况，都是法定代理人来替他做这个同意。好，所以这个书面同意这样管控到危险，在台湾现在的操作上是被架空了。好，也就是说，也因为这个考量，所以刘老师所介绍的德国保险契约法里面，才明白的原则上禁止法定代理人来替未成年人行使同意权。所以这两个，是就是家庭经济功能的经济生活的保护跟到了危险书面同意到了危险的反控，这两个理由在儿童保险里面既然都有疑问，那这也是目前我想多数学者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多数是对于这个修法开放的修法方案是存有疑虑的一个原因。好，那当然对于现在多达刚主席说有15份委员的版本，那加上刘老师刚才第16份，还有在我们今天所提的书面资料里面，还有我跟汪老师共同草拟的第17份，那版本这么多，当然都各自有不同的考量，因为我想所有的提案都有这样子的共同的目标，是要管控道德危险，要不然也不会以天灾作为条件。好，那只是说到底以天灾作为一个管控道德危险的方法，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可能没有大家预期的这样高，因为其实把给付原因缩小成天灾，在保险的意义里面，只不过是承保因素、承保风险的缩小而已。我们不会因此就说，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就已经有的伤害保险，它只保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伤害的伤亡，那寿险是保原则上所有的原因所造成的伤亡，这个承保风险的大跟小，有没有影响使得伤害保险的道德危险变低呢？并没有。伤害保现在所有的保险诈欺、所有的道德风险事件，都是透过伤害保险，因为它以小博大的这个杠杆的倍数最高。所以说，其实以天灾这种缩小承保范围作为管控道德危险的方式，其实它的功能没有我们想象的大。那所以我们建议的方式是，可能回到保险金额。而这个保险金额的控制呢，其实也是参考了前一版以及德国法的规定，就是以丧葬费用做基础。那这个丧葬费用呢，其实要回到社会生活实务啦。那以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实务，多数的家庭，我想办一个基本必要的一个丧葬费用，我想或许在我们所建议的是大概30万元左右上下，应该就那如果你个人想要再做的更隆重一点，我想不见得需要透过保险来获得这个资金啦。你可以有别的裁员，或者是其他的社会救助的机制，我想，而且再加上说，我们现在其实儿童并不是完全没有保险的保障，有学生保险，刚才有提到，所以把学生保险的100万考虑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在商业保险、人寿保险这边，其实不需要给就是提供太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建议的30万是这样的缘故，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有朋友问说，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金额授权给主管机关或用其他一个公式来定就好了，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关于精神障碍者他的保险金额限制，就是连接到遗产税及赠与税法里面的丧葬费用扣除额。我们不这样建议的缘故，是因为那个丧葬费用扣除额的目的跟我们保险法这边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那边其实是作为一个课税的基础，就是扣税课税的一个减项，所以那边的金额定的越高，其实对人民越有利，因为他要缴的遗产税越少。可是这边我们定的越高，其实对于这个儿童他的风险越大，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连结。所以那为什么也不做一个授权的规定，就是授权主管机关命令来定？其实我想过去曾经有过这样做，那有曾经出现过一些后遗症，这也是前一次修法的缘故，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其实我们建议说，如果即便定在法条里面，不会有那种说他不能随时因应社会经济变化，因为台湾的社会经济变化没有这么大。我必须坦白讲，20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律师收入跟现在律师收入其实是一样的啦。好，所以
甚至可能有倒退，所以说我们不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说在法条里面定一个金额会不会每五年就需要调一次，我不认为。我也做过司法实务工作，我所处理的三项费用就一直以来就是这个金额，都在这个上下。所以说其实定了以后下次有需要要动到这个金额要修法，那也应该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了。所以说我想以法条上面来定，我们建议的条文主要是这个精神。好，那至于说，我想这个金额最后考虑的，是不是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因为我们有很多参考的依据。比方说，我们这边有提到，我们也参考一些外国的经验。哈，那翁老师有帮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说英国这边只限800英镑，那德国这边呢，只有8000块欧元。大概折合台币32万左右。好，那当然，可能有人觉得说这些外国的丧葬的做法可能不一样，跟我们开销不一样。但是我们考虑一下啦，这些国家应该国民平均所得都比我们高啦。好，德国大概是我们的2倍啦。那他们定了8000块，这个数字当然数字调过，从6000、6500调到8000，调幅都非常的小。经过这么多年，调的数字非常的小。我想这个金额它对于道德危险的控制的功能，我想远远大于给付的原因，就是这个天灾啦，或者是这个灾害源。因为各位可以很简单去理想，如果我们今天只允许他定20000块的保额，还有人想要买吗？没有人想，没有人想，越少人想要买，道德危险就越小。很多人跟我说，那为什么不再宽一点？我们有这么急着要帮小孩子买保险吗？等他大一点不行吗？那小一点的时候买一些生存险、储蓄险、医疗险不行吗？因为这些都不在法律的限制里面了，法律只限制一个死亡给付，就是晚一点买死亡给付有这么严重吗？那我想这个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好，谢谢。好，那感谢叶老师哈。我三十几年前我当律师，薪水是15万的，现在不到5万。都丢了，你挑动了律师的一些情节哈。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国立政治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的张世杰张教授张老师，请。哦，对不起，张老师，您发言前我是不是宣布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在场有很多委员，那我们是不是张老师结束以后，我们让委员跟学者、专家、老师们穿插发言？那等一下大家。教授们可以就委员的发言，大家就有个交集，好，都容易产生交集。所以，我们张老师结束以后，我们就先请王龙章委员来发言，好不好？好 ，OK， 好，张老师。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各位长官，早上好。我想我是几个法律系以外的教授了哈，针对那个法律的见解，我就非常非常同意。可是我要看到具体内容哈，我看到15条草案，包含2个版本出来，没看到版本内容。我们看到有几个问题哦，那个我们在议题里面针对天然灾害。重大公共灾害，那我觉得基本上这样理赔时会发生一些争议啦。因为假设说依照我们2010年8月4号公布的灾害防救法里面，它针对所谓的灾害的定义，我们在里面有讲风灾、震灾、旱灾、寒灾、土石流等天然灾害。我想这个在天然灾害认定上或许还可以明确的定义，可是所谓的重大的公共灾害。这时候就比较难去定义了。比如说，我们看的内容来讲，有所谓的火灾，还有所谓的路上交通事故。这时候的话呢，对界定来讲呢，一般的火灾算不算重大？对受害人来讲都是重大的。可这时候认定来讲，就有这些的差异性。所以具体条文内容来讲的话呢，或许草案里面把这些排除掉是一个好的方法。可是第二件事，什么叫重大？重大其实，因为我在精算领域来讲，重大其实是很不明确。所以这时候，在条文内容来讲的话呢，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公共灾害是不是仅限于人为因素所产生？所以在实际上填条文的时候，要考虑到理赔的可行性。我想补充法律观点以外的这种讨论的观点哦。还有另外一个是不可抗力因素哦。我觉得这个条文不可抗力因素在法条里面，我觉得很难界定，因为不可抗力基本上是尽了最大的注意之后还会发生，所以归到不可抗力之后，那就是天灾。所以我想说，在几个。很棒的草案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天灾比较容易认定，那所谓的重大公共灾害比较难认定，所以在议题的第一项里面，针对精算观点来算，费率必须要很清楚的定义跟范围。如果讲得太含混，费率很难去计算，因为在保险业里面，任何商品送审都要依照保险法144条送审的程序，所以在定法的技术面来讲，我觉得天灾是比较容易界定的。
那如果要明确写清楚的话，我觉得也很好。可是重大一定要写得非常非常清楚。第二件事是溯及既往的部分，刚刚都觉得说，因为之前就没有交保费，所以这时候溯及既往来讲，其实很难符合精算原则。我想主席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就省略。我想大家在这方面可能共识性比较高，因为原先是退还保费。那退还保费看似没有交保费，因为他退还给我，可是也是一种给付的方式，所以在明星在算保费的时候都把这个条件考虑进去了。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是所谓的道德风险的防治，刚刚也特别提到说法律观点来讲105条的部分包含121条的部分，如果已经有约束所谓的受益人致被保险人致死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丧失受益权的部分，还有同时约束腰保人在致被保险人死亡之后呢，保险人不负责给付的这个责任。我想对第三个议题来讲的话呢，就简单表达我个人的看法。那第四个部分是死亡给付跟所谓的丧葬费用的差异哦。那事实上我们觉得死亡给付的部分基本上是损害赔偿一种需求，那丧葬费用的话基本人的基本保障，可对精算观点而言都是保费的支出。所以这保险公司把保费拿出去，你是想说死亡给付还是所谓的丧葬给付，只是名字上的差异而已。我想事实上认定虽有不一样，可是对保险公司来讲就是金钱的支付出去。所以我觉得现行条文来讲的话呢，丧葬费用规定明确，所以我觉得现行条文没有修改的必要性。好，那第四个部分是针对条文是否应该明定死亡给付，刚刚都谈到的是30万是40万，那我个人觉得应该要定一些上限，可是我一直觉得说道德危险比较难透过事后的法律规范是一直道德风险，所以既然要定上限是一个要一直道德风险一种不得不的做法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授权主管机关能够依照实际的考量因素来定。那我同意起之后薪水都没有涨了，可是我觉得世界上变化其实我没办法预料说未来会变什么样子，那既然我们有行政单位可以考量实际的状况，我们主管机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立法单位也可以督导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不是有所谓的保留弹性上限的空间，给主管机关定价？因为我们事后立法单位也可以对这方面做一些约束的动作。当然，假设是依照刚刚几位法律见解，我也不坚持。好，这个是说，现行条文第三项规定哦，是否造成身心障碍对投保人投保不必要的一些限制？那我想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同样的有道德风险的考量了。我想对一些身心障碍的部分来讲，同样的条件产生，所以依照一般的民法第十，就大家可以看的内容，因为民法14条跟15条之一的规定而来，我们觉得对这个条文的部分，我个人觉得现阶段来讲的话呢，事实上没有修改的必要。所以归结而言的话呢，我觉得现在修这107条而言的话呢，要考量到实事上理赔的事实上可行性。那我想说，针对我刚刚这几个议题哦，特别召集人这边给我们几个议题来讲，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着重在重大公共灾害的认定的部分哦，那不可抗力的部分可以删除掉。那我觉得这样子，否则的话，在精算上来讲的话呢，会造成实务上费力计算或理赔上的一些困扰。那我想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因为主席特别讲到说还有互动的一个机会嘛。那我就简单报告以上，谢谢。我们谢谢张世杰张老师哈。那另外还有一位林建志林老师也还没到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是龙章？你要等会再发言。那是不是我们要请国昌？你要不要先？那因为我们这样穿插或者国昌，那你就先好了哈。好，我们现在请黄国昌黄委员发言哦。国昌请来。谢谢主席哦，在场各位委员、所有学者专家，其实今天蛮高兴哦，看到我大学的保险法老师刘宗龙老师，还有昔日在任教职的时候很好的朋友信君，还有启周，他们都来参加这场公听会。那我当初其实在台南赈灾以后看到很多委员纷纷提案，我大概心情上是100%可以感受这些委员他们提出来案子的用心跟对于灾民的体恤。但是回到整个法律制度面上面的思考的时候，我对于这次保险法所提出相关的修正，我必须要说我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也利用上一次在金管会质询的时候，我特别请教了金管会的主委三个重要的问题，希望金管会回去可以收集意见好好的处理第一个，其实前两个问题大概在今天的公听会上面借由前面
四位学者专家的发言已经都厘清的差不多了。第一个是以儿童为被保险人的时候，他的死亡保险的保险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厘清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事情呢、啊，是有关于同意权的行使。就同意权行使的部分啊，刚刚三位老师都做了相当精彩的发言。那其实如果回归到我们这一次想要限缩的在天灾这样子的一个事故范围的时候，想要排除掉所谓的道德风险，在纯粹的100%，我们对于过去客观的历史事实可以确定的情况之下，我同意这不会有道德风险。就假设我现在有一台小叮当的时光机，可以坐回去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怎么死亡的。那因为天灾而导致死亡，真的这不会有道德风险。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因为我自己是教民事诉讼法的老师，在保险事故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特定保险事故的发生，是不是本来在保险契约给付的范围当中，特别是在死亡这类的案子里面，诉讼上面争执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到底是因为所承保的保险自顾死亡，还是因为外力而死亡，这种诉讼案件太多了。那在绝大多数的司法实务案件当中，我必须要说法官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你要强求他知道也很困难，他只能就所有的客观环境证据去做综合的判断，就一个理性的判断，按照我们所适用的证明度标准，最后大概都是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下判决。这个是我在上一次质询军管会的时候，我特别请你们回去要把现在的司法实务见解收集清楚的，就是针对当这件事情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目前司法实务上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所适用的证明度标准是什么，以及在这样子的标准下，最后法院所呈现出来的裁判趋势是什么。这个对于本会在决定说要不要在刚刚所有老师发言，我们已经比较稳固的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面，针对特定类型的天灾去开一个例外，有非常非常重要指引的功能。那所以今天我在金管会所提出来的书面报告当中，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那是不是可以请金管会的同仁，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进行逐条审查之前，然后能够提供这些资料，当然你要我做也可以啦，不过我现在比较忙一点啦，不过如果主席有才识的话，我来做也 OK 啦，就是不过这身份上面会有一点错乱啦，就我一方面要立法，一方面还要去整理这些裁票裁判资料出来，如果是金管会这边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的整个分析资料出来，我相信对整个下个阶段的立法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因为就如同刚刚汪信君老师所讲的，在一个天灾的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发现有小朋友很不幸的罹难了，那他到底是怎么罹难的？那有的时候这些过去客观历史事实的追寻，从我们目前的科技发展跟人力有限的角度都会产生困难，而在法院司法裁判的实务上面到底是采取什么态度，对这个道德风险的大小会产生相当关键性的影响。那再次感谢今天所有与会的学者专家，那特别是我自己的老师，过去的同僚，那感谢到本委员会当中提出这么精辟深入的分析跟建议，谢谢。感谢黄委员国昌的发言。那我们请金管会哈，这个资料不应该由黄委员来准备哦，我们请金管会哈，依黄委员的要求在准备，而且在2周内哦提出资料，好不好？这个应该是你们要做的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罗俊伟罗老师啊，罗副教授，请来。大家好，我是罗俊伟，我现在在中正大学法律系服务。那么刚才就是关于这个107条的这个部分，刚才前面四位老师都谈了很多了。那么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说就是针对我们目前这15个提案，大概都是集中在这种所谓的一个什么天灾啊、重大的公共灾害这个部分。我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比较麻烦的时候，因为将来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大概就很难
难去给它做一个定义下来哦。那么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将来假如说你发生了这个台风啊，或者是这个寒害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这个把它定义是一个天灾的一个状况下，那么在过去的话，你看到这个像那个余温呐，哈，余温以前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台风过了以后都是这个死鱼在漂浮啊，哈，那将来的话可能搞不好会伴随着一两个儿童在漂浮啊，那么。这个灾害发生是真的，死亡也是真的。好，那么刚才那个黄委员也提到，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那个去探寻，说他是怎么下去的？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哦。那么我想，这个可能将来都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争议哦。那么在这边呢、啊，我就说，当然就说像这个反对或这个赞成开放的这个，哦，我觉得都可以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最重要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怎么去防止呢道德风险？那第二个，你怎么样去避免这些哦，因为这个保险金额给付去诱发这种所谓的一个去杀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边，我个人在我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我提了一个。就是说在美国他们有一个 Jumping Juvenile Policy 这样的一个运作、哦、那么在这边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说在一定的年龄底下的话，他们去限制一个保险金额，但是呢他在这个一定年龄底下，他不是说你一定都可以拿这个这样的一个金额，像刚才就说几位老师提出来，就说可能这个丧葬费用的话，他可能30万，就不管几岁的话，他都可以拿这个30万、哦、那么我去看了一下他这个保险、哦、他是这样子去安排的，就譬如说假如说在15岁以下的话、哦、那么在可能他的保额他把它定为这个200万，但是呢在15岁以下的话，那么他每一年、哦、他是给你一个一定的一个比例、哦、譬如说像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五页这边吧、哦、第六页这边呢，我就有提到，就说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保险金额定为200万的话，那么在1岁的时候你可以领取1%而已，那每一年、哦、那逐渐的再增加1%。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这样来看的话，就说你保险金额200万的话，那么在你15岁的时候，你最多也只能拿到30万而已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不会去哦，比较不会去诱发这种所谓的一个这个杀人来换这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哦，那么还可以就说为这些小孩子哦哈、哦，那么谋求一条生路啊哈、哦。那么大家会愿意说赶快把小孩子哈、哦、那抚养长大，让他回到这种。所谓一个正常的保额哦，那么我想这个部分呢是大概可以来加以考虑的哦。那么当然就说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开放，就是说让他可以这样子保，他的一个好处、哦、是在于说哦，那么当然就说刚才前面有几位老师他也提过，就是说哦，那么在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投保死亡保险，跟比较晚的时候投保死亡保险，可能不会差很多哦。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假设说，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保险费，它是按照所谓的平准保费去收取哦。那么你今天差了10年或差了几年去投保的话，那个保费还是会有差别的哦。那么所以呢，你如果可以让他尽量的早投保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保费的一个负担可能是会降低的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说可以早投保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说他到15岁之间，吼，假如说像我们现在15岁才能够去投保，但是呢，在这15岁里面，可能因为某些的一个事故哦，他发生了他本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到他15岁他要去投保的时候，可能他都会被拒保啊、哦。所以呢，在这样的就是说我刚才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它可能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啦，哈、哦，可能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么当然就是说最后的话，我还是要提出来，就是说，那么这个主管机关它对于这些业者的这种的一个监理哦，它怎么样让这些业者它能够比较实施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核保的一个程序哦，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哦。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主管机关它要这个很严厉的、哦、那么去执行他的一个监理的一个程序、哦、那么另外呢对于这说这些业者他因为在这个就是说承保了这样的一个风险，如果假设说将来有
不幸的一个事故发生的话，那么我想这应该是要令业者来负担一定的一个损害赔偿责任。当然，在行政的部分要施一定的一个严厉的一个处罚啊。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最后呢，我想再提出来一点，就是说，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市面上有所谓的一种这种所谓一个互助会的这样的东西啊，就是类似这种所谓一个往生互助会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是由这个内政部啊，他就定了一个这种管理办法。当然，就说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哦。那个互助会本来就是一个保险，怎么可以由这个内政部去搞这个东西呢？哦，那么当然就说这个互助会这个东西，现在看起来是可能是比较偏重在老人的这个部分哦。我在想说，这个东西你如果是不去处理的话，未来可能慢慢的，如果说他到小孩子的这个部分的话哦，我想说我们在讲这个107条怎么去控管，怎么控管了、哦？如果这个往生互助会的这个东西啊，它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保险法里面可以去控制它的话哦，将来这个可能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温床哦，那大概大家又要再来开一次公听会，这样可能是麻烦的哦。所以呢，我在想说，这一次的一个修法，一定要把相关的这些问题哦，整体的去把它考虑进去哦，这样可能会比较恰当哦。那么以上是我简短的发言，谢谢。好，我们谢谢罗老师。再来，我们请辅仁大学财经法律系的李志峰李老师，好，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陈乃素梅委员，请您准备好。主席，然后各位老师、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的李志峰。那之前因为有几位老师都已经陈述过几个重点，所以我就不要再重复了。那其实我只要大概只有两个重点。其实儿童保险着重在哪里？大家会觉得说保险很像很好，对不对？尤其如果是有人帮我们买的话，那我还不用缴保费，我就有保障。但是在死亡给付，有没有人考虑到一点？其实是一个很现实面。我常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说，你们如果有人帮你买保险，你不用出钱好吗？其实学生大部分会点头，可是我就会提醒他们一点，如果里面有死亡给付，是你死了别人有钱拿，你死了别人有钱拿，那这一点怎么样？其实大部分学生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就回到儿童去看，儿童他了解保险的意义在哪里吗？他或许他的父母亲或是他的监护人帮他买保险的人会跟他讲说，对，我帮你买了一个保障，但可是里面有死亡给付，他了解说他死了别人有钱拿这个意义嘛，所以我们才会有保险法在设计上才会有各种制度，去做行使。那就如同刚刚刘老师跟叶老师所讲的，那我们在操作上，因为都是由所谓的法定代理人或是由所谓的监护人去帮腰保人，可是当这样的人如果起坏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举一个台湾近十几年来最耸动的例子，这个人也在几年前被执行死刑了，叫陈瑞清。我想这个寿险工会的金秘书长已经很了解这个案子。好，那陈瑞清其实他不止利用一个他的小孩去做谋财害命，好，甚至还害了好几个。那司法实务上其实是有他的限制的，因为其实早就怀疑说他有可能是利用儿童来诈保，好，但是前面查不出来，好，前面查不出来，那保险公司也只得付的，也只得付的，所以我们觉得儿童要开放死亡给付，如果要超过丧葬费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危险。那为什么我们几个老师当中会比较倾向于开放丧葬费？因为其实死亡了之后，他还是有必要的费用要支出。必要费用要支出。那我们现在的现行条文确实不完美，为什么？他把15岁以下儿童连丧葬费都不能买，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其实民国99年修正过后，我们中华民国应该出一个大型的垃圾袋，长200公分，宽100公分，15岁以下儿童死亡就装进去，然后让垃圾车载走，好，让垃圾车载走。那我们完全禁止了，其实对丧葬费用这一部分，我个人是觉得有问题。那纵然要开放，其实也应该要
只开放丧葬费这一部分、哦、各位想一想，各位多多少少都有接触到保险，如果有业务员在跟各位做招揽的时候，他在规划你的不管是所谓的寿险或意外险的死亡给付部分，业务员都怎么跟你说？他的说法是：哎、欸，看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好、哦，你的小孩有多小，好、哦，那你未来赚钱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时候，时间有多长？所以他帮你规划一个保额。所以我们在死亡给付在实务上的操作上面，其实就是怎么样，让被保险人如果他是经济上的支柱，然后怕他在有赚钱能力这段期间死亡了，他想要照顾的人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被照顾，所以才去买死亡给付的保险。所以我想儿童保险应该要着重在这一部分。那我另外要跟各位说明的第二点就是外国的立法例，刚叶老师有跟汪老师有讲过英国跟所谓的德国。那在美国，那因为他们保险法是州在管的，美国有50个州还有几个领地，但是他们原则上他们儿童的死亡保险也只限制在丧葬费，好，也只限制在丧葬费。当然各州规定会不一样，好，各州会规定会不一样。不过他们的range大概只有在5000美金到50000美金之间。好，那你想想看，五千美金大概只有15万台币，哈，15万台币，哈。那50000美金事实上是生活水平最高的纽约州，他在2008年才修正的。才修正了啊！事实上，在2008年以前，他也只有规定25000块美金而已。好，25000块美金。当然，他们做这个修正，其实是只着重在怎么样？只着重在就是说，哎、欸，我给你一个死亡给付。那当然，所谓儿童的界定，他也跟我们不是很相同，不过已经很接近了。他是在直接在纽约州的保险法3207条里面规定是14岁6个月，就是14.5岁以下，你不可以当。原则上不可以当腰保人，也不可以当被保险人。如果你要成为人身保险里面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的话，顶多只能买50000块，好，顶多只能买50000块，好。所以我想，如果说纵使我们这次修法要开放儿童保险不死亡给付可以买的话，我想那应该限制在所谓的丧葬费用的部分。那丧葬费用到底坚持要多高或多低？我的意见跟叶老师的意见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不应该连接到遗产与赠与税法的丧葬费扣除额，因为那两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两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应该是依照我国的生活水准、生活水平去做一个考量，或许就授权给主管机关可以去做调整，但是。就像张世杰老师讲的，可能要有立法院的监督的一个机制，好，立法院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因为我们在旧法时代，在99年修法之前，其实也是给主管机关去做考量，但当初定的保额最高是200万，所以才产生了一些憾事，好，那以上给各位参考，谢谢。好，谢谢李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请陈赖树梅委员，请。啊？不是那个，你那应援了，好，那你先拿来。啊，我们的主席，还有我们的学者专家，还有我们的委员哈啊。那我想了，今天早上听到很多专家的一个研究哈，那也感谢提供这么宝贵的意见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财政委员里面也不见得每一个都是专家，那听取你们的意见以后让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比较适合说现行的法令里面有哪些是跟我们现行的法令抵触的地方。那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记得我在小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保险业者跟我马上来推销了哈，说你小孩子还小，你马上跟他买。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在85年、87年的时候生下这两个小孩，然后呢，保险业者来跟我推销的时候，我就买了。所以呢，这么多年以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买的保险里面有这样子的一段的法律啊，我不晓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保险业者他们都是为了。推销他们的产品，要卖产品，所以我们很多的那个购买者，他并不知道说我们买的那个
内容里面有哪一些是跟我们的预期的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台南的那个地震之后，那很多的委员，当地的委员居多了哈，都很发挥这种的慈悲的心，那想要替他们那边的因为这次的地震而小孩子所受的一个死亡，能够争取他们的福利。那站在我们民意代表的立场我觉得他们的心情，还有他们为他们那个死亡的这些儿童来争取福利，我觉得这个原意是对的。但是呢，听到很多的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个说明跟一个研究以后，那我发现说，我们法律是有一个稳定性，而且要很周详，不能轻易的。所以也感谢我们那个招委邀集我们这个专家学者来开这个公听会。那在这边，我也是一个妈妈的心态了哈。其实任何一个母亲，她的小孩死亡的时候，我认为再多的钱都没办法弥补，因为怎样，她希望的是她的小孩能够还给她一个小孩。所以包含现在的一个那个小孩那个死亡的一个案件哈，就是说这一次的那个发生这个憾事哈，也有一些对于那个要不要废止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争议。那我是觉得说一件事件的发生可以让我们想说这个修法的必要性存不存在，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考量整个的一个立法的基础。因为如果说我们立的法是不清楚的话，未来我相信会带给我们的法官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变成所有的责任都由这个法官来判。就如同说你说天灾，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个犯案，他们刚开始投保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犯意，但是呢当这个家长他精神上的问题或者是外在经济的压力的问题而产生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去制造一些天灾的时候，我们法官如何能判定？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啦哈，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能够立一个法，能够兼顾到说当死这个小孩子未满15岁死亡的时候，那个能够弥补这个家长多少，这个是没有很大的意义。就如同我讲的，再多的钱给我，我一定要我的小孩子，我不是要钱。那这一次的地震灾害发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生也是发生在我们桃园这边了哈，所以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社团的一些团体，还有包含我们的市长郑文灿市长，也第一时间帮忙募了一些款给他。我是觉得说，当发生这种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发挥这种的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还有启动我们国家的机制，可以去协助这些。我是觉得这种的系统是 OK 的，在我们这些先进国家来讲，这是 OK 的。至于说为了一件事情而要立这样子的法，那制造未来更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是要值得三思的地方。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陈乃素委员。那因为李应元委员等一下他其他委员会还有要发言，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李委员先，好吧？谢谢主席，也谢谢我们这些学者专家，我们相关的社团哈，很多的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一一来称呼。真的是非常感谢，让我们可以就这个事情的一个是世界的经验。譬如说刘教授有关这个德国的经验，那种法的稳定性历经100年几乎都没有动哈。如果在统计数字上的实务经验到底有多少是冒犯的这个所谓的道德风险，这个 case 如果有的话，因为有的制度就是到台湾来看，咱台湾了啊，弄小可变化，上典型就是 TRF。有的 TRF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本来是外汇的所谓的风险的一个避险的一个行为哦，那张教授其实避险专家哦，啊结果来家呢，大概变得都投机的行为啊，啊投机行为讲不是我弄讲是叫做专业法人，但是讲专业法人叫你讲是专业的金融的专业法人，结果不是我任何中小企业变得用外公司的法人，
吼、哦，啊，结果公司我是有的是做啥的，吼、哦，有的是做机械的，吼、哦，啊，佮各行你佮熟悉，各行银行就熟悉，所以因为我在中国做生意，所以我拢佮你借钱，啊，钱也存伫恁行，所以你知我有一寡钱，所以你就来叫我来买 T F 啊，哎、欸，所以这个名有了来个台湾做成这个。这个变化，所以这点呢，大家都是来提醒。我相信，我个人在上一次的咨询，我也是主张在上账费用为上限的这样的一个的范围来处理。然后这第一点，第二就是啊，包括嗯，启州教授哈，我针对这个整个学理哈，用保险哦，因为我对医疗保险算啊，小夸啊有学习哈。这个保险不来这是人寿保险是不道德，初期的是被认为是不道德哈、哦，而且落尾从你头都要讲诶，因为公共利益哈啊、哦这样的一个角度哈、哦、这样的一个，我想从这个学理的探讨，所以我咱在讲一个保险制度的设计也合理性的对，也正当性的对，所以这我想对条文的处理啊也会比较啊、觉得理直气壮，有一个学理的根据了哈、哦、啊，所以杜家那么多我们的教授们，谢谢大家的专业哈，这个社会因为有学术在走在社会实务的前面哈，所以让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道理理得更加的清楚。现在公听会这都是主席这个安排哈，所以我相信对啊后边啊这个条文的处理啊帮助真大哈。第二呢，咱台湾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啊，老教授都像毛讲哈，就德国在2008年，他是就这个团体险的部分。这个大的哈，基本上就是管金物啊、公寿、开全都有退，还是讲啊消防人、咱消防队有退整个团体的保险，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个别人命的道德风险。我想这点这个例啊值得参考。而且咱台湾这个爱心的社会，所以请求罗清德市长，因为社会关心这钱。叫你讲，类似这本来要用保险来个保的这代志，因为社会关钱，超伊讲啊，已经超过三十岁，免阁来啊，钱免阁管啦。等包括这少年的、青年的，吼、哦，一寡伊普通是保险所得到的支付，不可能拢超过遐，吼、哦。啊，那无够，国家会掉一笔钱，吼、哦，嘛不好未少来去处理这代志。咱将来中一定要注意到讲，那是因为呢天灾。不可抗拒的力量，啊，都国家来、社会来处理，吼、哦，安尼用国家来处理的时候，其实都会未造成一个个别家庭生活困难。我想今天这代志呢，我处理呢，兼顾公的也处理的，那私的也照顾到这个上账费用、道德风险也照顾到了。我想这个案就会比较完美啊、但是不要仓促修法，民粹修法，吼、哦。刘教授特别提醒，在1999年那次就发生这个问题，啊，不要故意告诉你们推掉，结果造成。就是过犹不及啦，定该修结就过嘛，好、哦，而且不急，而且其他的代志，包括咱下晡要处理这所谓的死刑的问题，拢赶快。咱台湾社会不应该是浅德子的社会，应该为代志，而且还具体客观，有这个学术的根据，有数据的支撑啊，这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修法，才不会造成啊，过犹不及啊，每往往啊，好干嘛当成一个笑话。我想这一点我们本身要检讨，再度感谢大家，谢谢。啊，感谢李委员哈，他从和睦地性特别讲哦，这个 TRF 局域缓为止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刘邦林特约研究员哈，来，谢谢刘老师，请来。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老师，还有各位长官，早安！因为我昨天早上才赶回台湾哈，那个接到报告，但是我就个人在职场上的一些工作经验跟各位做报告，因为我是国政基金会的这个特约研究员，那我的如果学术理论的话，刚好我的老师都在现场，这个工作理论的话，我在这个保险业有27年。办的这个工作实际的经验，那我从这个实务的工作情形上跟各位做报告，做个人的见解哈。那天然灾害跟重大公共灾害跟不可抗力因素里面，在我们工作实务上面来讲的话，过去这些时间里面，台湾市场的保险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健全，
我当然我们常常讲开玩笑讲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我们照顾到保险契约的精神，我们从学理上从保险价格保险金额核保上都是很完整的。那如果要除外的话，那我非常支持刚刚老师所提的，如果能够界定清楚它实际名词上的定义，这个实际上是主管机关如果做的话，商业保险公司是可以配合的。但是如果对于这些东西定义之后，有些保险公司他愿意站在竞争的这个角度上面，只要他的财务健全，他愿意融通理赔或者是放宽理赔，这个我要提出来请教这个大会还有这个主管机关，如果是允许的，他并不违法的话，他加惠于保护的话，因为我也统计了一些意见哈，很多保护的意见跟从业人员的意见认为这是客户跟保险公司跟这个都是双赢啦。如果能够照顾到的话，因为我手上刚好有资料，有些保险公司已经在这个事故之后就已经明确的定了天然灾害的这个保险条款的定义都已经规范出来，我手上有这个资料。那我刚刚也讲了，我会事后我会补这些意见跟资料提供给大会哈。然后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商业保险公司他愿意开放这一部分，跟别的公司的做法不一样的话，如果主管机关允许的话，我觉得这是加惠于保护的。第二个，修正草案溯及既往条款是否符合保险契约的目的？溯及既往当然不符合，这个完全不符合精算的这个原则。但是溯及既往里面，目前事实上已经有保险公司，对于这个2006的台南这个大地震开始做给付，其实也是基于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的财力允许。他的 RBC 是没有问题的，主管机关不会有意见的。但是对于后段班的保险公司来讲，也许会比较吃力。这个在市场上的竞争是否公平，这个要请教各位长官的意见哈。但是在实务工作上面，我们在市场上面，客户还是眼睛会睁开，会选择哪些公司的理赔的经验比较好，哪些公司的理赔经验不好。事实上，在核保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实务工作上都知道有四层的核保，业务员只是第一层。公司的核保里面现在很完整，有医疗的核保，也有这个财务的核保，然后这个还有各资的方面的约定都非常的严格。第三个就是还有医疗的核保，最后还有契约两年的这个限制。所以我认为契约只要是健康的，能够照顾到这个被保险人这个契约当事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刚刚所提到的哈，就是说被保险人这个同意权的部分，因为在契约里面，被保险人是保险契约的关系人，真正的当事人是腰保人跟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忽略被保险人他本身的主体，我个人在工作的经验里面，我是赞成这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如果是小孩子买保险，父母亲可以跟做一个保险的教育，我为你买这个保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能够沟通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但是给儿女有同意权，我觉得是好事。那也许各位都知道哈，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死亡保险，但在国内市场里面，生存保险是做得非常健全的。我手上有资料，保险公司里面的生存保险，14岁以下儿童可以买到600万。经纪人统计，如果是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累计，最高保额可以到1200万。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长富于民的社会，在生存保险上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我们学经济效益上来讲，这个东西到最后如果真的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没有保险这个节税的功能，因为什么？它是完全退还保费。所以在经济效益上来讲，这个机会成本是否是值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都不是不值得鼓励，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事情。生存保险没有问题，那死亡保险呢？最后就是讲到这个丧葬费用的部分，刚刚很多老师专家都提到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个丧葬费用的水准是符合国际的标，一个应该是跟得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何况我们在劳保还有很多其他的保险上面还有这个遗嘱津贴的给付，所以真正在死亡保险上面需要的钱我觉得目前的丧葬费用是足够的，这是个人的意见。最后就是一个现行条文的第三项的规定，是否造成身心障碍者
投保人寿保险不必要的限制。我不敢讲说这是不必要的限制，但是我们工作实际上来讲，很多身心障碍人购买保险的时候，我们从业人员要求告知的部分是有很大的一个努力的空间。一方面，这个等于说是人家的隐私，那投保人他不太愿意提供这方面的资讯，通常会变得比较尴尬。我们都要循循善诱，一个好的从业人员要经过不断的保险教育，知道怎么样去邀约这个保险，而且要请客户能够诚实的告知，这样子才能够维持这个契约的品质哈。那我觉得一切在考虑到这些死亡保险的部分，这些给付的范围应该是够的，只是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今天不是我们的议题啦。例如像社会的老化，那如果我们在保险教育上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保险的功能与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考虑到这个金额的问题的话，那也许可以慢慢学习建立一些保险价额的身份的这个观念。因为有些小孩他坐父母亲开病历送他去坐车，但是死亡保险他只有一个丧葬给付的话，这个也有客户在开玩笑说好像不是很合理，但事实上我们都一再的解释生存保险跟死亡保险的不同。那在这个修法上面来讲的话，我相信我前面大概报告的都已经把我的想法跟各位做了这个介绍。这个提案有15个提案，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有95位委员都支持啊，所以是非常有这个基础的。我以上是个人在工作上的一些心得跟提出来，请各位指教，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的滕锡华秘书长，来，滕秘书长，请。主席啊，各位委员啊，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大家早哈！今天代表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来对今天议题的最后一项表示意见哈，就是说在107条第三项里面对特定的身心障碍人口会不会造成设限哈？首先，在我们103年底通过的国际身心障碍人权公约里面哈的国内施行法，那在国际公约里面第25条就明文禁止在医疗保险跟人身寿险相关方面对特定障碍人口的这个歧视哈，我想这个是不言而喻。第二个部分是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大家以为的这个精神障碍或心智障碍人口看起来是相当弱势或特别少，其实不然哈，在国内的话，以目前在精神科就诊的人数超过100万人哈，这是一年那。上升得非常快速哈，如果单单以领精神疾病的重大伤病卡就超过20万，那么这中间领有精神障碍手册的就超过12万人，好，就超过12万人。那如果再包含智能障碍者，以及包括自闭症、包括失智症，那么这个人口呢，大概在整个身心障碍手册里面是超过10万人的，所以它其实不在少数。那就整个103年劳动部身心障碍者劳动力调查里面，这一些人很多是在工作的。以单纯的精神障碍人数，我想我们今天也有精神障碍的病友来，也有智能障碍病友来，他们在工作的劳动人口就占这中间的20%，也就是说至少在劳动力的这个人口上面就占了20%。那么在就业的行业跟职业别的规范上面，各种类别行业都有，甚至包含专门职业技术人员，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各行各业里面，精神疾病是不会挑职业别，不会挑性别的，不会挑你是老的、穷的还是有钱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分布上面都有，它其实非常的普遍哈。这跟大家报告，而且在这里面83%的障碍者都是自己去找到工作，不是像大家以为的必须要透过政府的各项的辅助措施，他才有办法在社会上工作。也因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之一，甚至是精神最主要，甚至这个精神障碍是家里最主要的这个经济支柱哈。那么107条会有什么问题？我想黄国昌委员也在这边，他也是刑法的这个相关的专家哈。
以107条第三项来看看，如果是他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如果你因为他有精神障碍或心智障碍就不予订约，也就是你就不卖保险给他，这本身就要证明他的风险比别人高。那看起来目前在全球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资料，他是不是在死亡的风险有比别人高，即使是在国内对平均余命的统计上面，在精神障碍这个跟其他一般人比起来有没有，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差异，所以你不跟他订很明显的就违反国际身心障碍人权公约跟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以及精神卫生法，这是毋庸置疑的。那第二个，你跟他签约了，但是呢你理赔责任却有豁免，也就是在他死亡的时候你的这个给付是有一些淡疏的，那这个本来就不符合契约原本签订上面的这个精神。虽然我们刚刚专家提到说可以用返还保费或者是以丧葬费的给付来去弥补这个整个保险在理赔责任上面的这个差异，可是这还是不符合当初他购买这个保险契约里面他所期待应该要理赔的这个范围。那至于致不能辨识的这个其行为或欠缺其辨识行为之能力者，如果要以刑法要 以民法的这个第14条或者是15条之一来看的话，他还必须进行监护宣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要依法进行监护宣告或是辅助宣告，因为我们民法的修正最重要就是把监护宣告修为两级制，就是肯定像精神障碍者这一类的人呢，他其实有些能力不一定，他只是有一些限制，但他仍然保有相当程度的法律地位跟他有这个行使法律的这个行为能力。所以他其实 除非他被做了完全的监护宣告，那当然他就比照未成年人，这个我们没有意见，如果他在购买这个契约之前，那当然就可以采用未成年的方式。但是如果他没有，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者，自闭症患者现在都拿到监护宣告或者拿到辅助宣告，这个比例仍然是相当低的，仍然是相当低的。那更何况他是有在工作的人，所以他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假设我们只有让他用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其辨识行为之能力，或是以单一的障碍就限制他，其实事实上除了这个有人权的疑虑之外，其实致不能辨识其行为可以讲很多成瘾行为或急性症状也算，比如说酒驾的人难道就可以辨识其行为，他因为酒驾死亡难道我们就不赔吗？他也没有因为什么其他的心智缺陷，但可以证明他的精神状态是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辨识其行为之能力嘛？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突然之间的这个毒瘾发作导致的生命的这个损失、疲劳驾驶等等的，这个其实按照如果要走精神鉴定这条，除非我们要精神鉴定说这个人呢在他死亡给付的时候是达到这种状态，否则用单一的障碍类别或疾病别去限制他的保险理赔，这是完完全全不符合风险的，这个当然也违反的人权。那最后呢，所以这一般人其实也会有，不是只有在这些人身上会发生，我们都知道酒驾也好，刚刚讲的那一些情况疲劳驾，一般人都是比这些身心障碍族群高出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小心的不得了才不会去开车。最后呢，107条还有一些余毒，也就是即使131条里面提到意外险它非因疾病所引起的意外伤害的死亡要赔，我们仍然在目前为止面临非常多的这个意外险里面，如果是精神疾病的这个病人他购买精神障碍者购买，他仍然在相关的这个意外险的死亡给付遭受到他是不是因为精神病的关系，所以呢导致了他的这个死亡，也就是说我们为意外即使最高法院有一些判例要对意外险的这个主因要做一些这个静音的判断，但是仍然不能免除，就是因为107条第三项的余毒，所以107条第三项如果不修正，当然就影响到其他伤害保险的这相关的这个理赔的范围跟实务上的这个操作。所以其实事实上就我们整个身心障碍的团体来说，单就107条的这个片面上的规范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这个国内通过的相关人权公约的是国内施行法，或者是违反相关的法律，是自不待言。那非常谢谢财政委员会我们招委及委员能够提出这样的修正案，重新透过这个案子来检视整个全台湾百万的这个弱势族群在保险方面的相关权益。那我们极力主张应该要重新修订107条第三项，谢谢。好，我们谢谢滕秘书长。那再来，我们请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陈成亮理事长发言。来，陈理事长，请。
各位学者专家啊，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理事长陈成亮，其实我本身也是在台湾大学化工系任教哈、啊。那么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委员哈、啊、来关心这个保全法107条的修法，我感觉很高兴哈、啊。但是我首先要提到，虽然说刚刚的学者专家都反对各委员的大致上的版本，说是因为天灾而致死亡者啊，15岁以下啊，死亡几乎不理赔，这个似乎可能是有点疑虑哈。但我是假设这个通过的话呢，那么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样一个这个修正呢，能够基于第三项哈，因为如果说15岁以前啊，我们这次修法让他的天灾而死亡的理赔要让他能够通过，但是身心障碍者或精神疾病者反而不在这此限的话，我觉得好像是有点点歧视之嫌了哈、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也同意说我们不应该因为个案啊仓促修法哈、啊。不过我听到现在，他以前保全法107条的修法我也参与过哈、啊。我们存在道德风险一直到现在那么多年哈、啊，我一直觉得说都是讲起来都是言之成理，但是呢，确实上不太容易看到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了，都是推论。那么，如果在推论来讲哈，以我认识那么多的心智障碍者，我当一个家长，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长心肝宝贝哈，也是我们的机构的照顾者的心肝宝贝哈，这是很普遍是这样的事实哈。但是我如果要推论的话，我觉得好像夫妻交恶、兄弟交恶，道德风险反而还比较高。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规定一下说，你在要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保险者这个要保人跟受益人这个之间呢、啊，好像有一些感情纠葛的，那未来的死亡给付我们就不理赔，那以避免道德风险呢？啊，是不是我们要考虑这个呢？啊，显然大家也不会做这样考虑哈、啊。那么107条的第三项里面，以现在的立法，第三项里面是有可能可以来做订定保险契约，如果保险公司接受的话，但是多年之后万一有死亡发生的时候呢，又不理赔。我觉得道德风险是在保险公司那一方，因为反正他有恃无恐，未来不理赔、哦、所以我觉得说，趁这机会，或许我们也要考虑到说，订立契约时如果有事先告知，但是我们还是成立契约、哦、而且经过了一年或两年之后，那么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就不在此限？这样才能够平衡，因为有时候保险公司他整体考量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说风险并不他想象中那么高、哦、他们有把握，他们愿意来扩大这个保障的对象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让他完全不能够这个呢？据我所知，现在的实行就是如此的，就是如果被告知这个契约仍然成立之后，两年之后，那么这个契约还是跟一般情况还是生效了，只不过是大多数的情形被告知之后，那么可能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有机会说，能不能加一些例外的情形，让各个公司能够考量。那么，其实我要提到的是，我们常常说心智缺陷啊，我承认有心智缺陷，通常都会影响到多多少少影响到他的行为辨识能力，但是跟欠缺或者是不能还是有非常非常显著的差距了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认识很多智能障碍孩子，他看到比如说未来几年之后，黄国昌委员可能要竞选连任啊，他碰到黄委员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直接问他说：“你还要不要竞选连任？”他可能会问这个事情，可他很清楚说你现在正在争取竞选连任，他只是会在不适当的方式问得太直接而已。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哈，所以我们只能说他有影响到他的行为辨识能力，但我们不能够说他完全欠缺或是不能哈。所以我们在刚刚我们滕秘书长也提到说，当我们在谈到民法里面的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的时候呢，是一定相关的人，当然包括主管机关要提出的鉴定、啊、那据我所知，现在只有2/3、啊、被提出鉴定的人才能够获得法官的同意，说他能够通过，说因为他的状况，所以他得到监护的宣告，所以他有严格的认定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第三条这样一规定，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不了解到我们心智障碍者他的状况差异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就一竿子就说他以后的死亡给付不能够就获得理赔的时候，我感觉是稍嫌的有点草率了，就好像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定得更细腻，干脆就不要、哦、我觉得说可能要多多考虑
一些不同的情形。那我看到我们的学者专家在笑哈，我觉得我不是保险专业，我是一个使用者，我感觉是这样的体现哈。那么我在现在提到说，我们还有学者专家常常提到第二个理由是觉得我们心智障碍者显然不是家中经济主要来源。我承认绝大部分的心智障碍者他赚的钱都非常有限，所以他们更需要我们很多的保障。但是因为现在环境在改变，那么我们社会福利制度也在改变，我们都鼓励心智障碍者呢，不要因为你是心智障碍者就整天在家里，这样反而造成社会上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在工作赚取他的收入的人是非常非常多。我本人在台湾大学服务，台湾大学有很特别的规定，他现在如果定额雇用不足的时候呢，那么你不把这个不把他雇足的话，心智障碍者把他聘用足额的时候，连教授都不能聘。哦，你聘了一个教授了，很抱歉，学校不认账，除非你把身心障碍者都补足才可以。他们一招生下来之后呢，台湾大学内部就非常非常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哈。我本人经常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我认识的在不同地单位工作的就有五个智能障碍者，我叫得出名字的。他们每一个人的赚钱都20000块以上，持续5年以上。我觉得他们每天他们自己上下班，自己慢慢在养自己，他们的父母都非常的欣慰，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照顾自己。甚至我们的育成喜乐中心里面有一个唐氏症的孩子，他一个月赚25000块，他照顾他阿嬷，他这个当然是少数个案哈，他是他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那我们是不是这样能开放，让他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保障呢？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法律定，可能还可以多定一些行为，我们不要一律开放，但是也许可以多多考虑的细腻一些哈。那么99年之前，我们法律规定是用精神丧失或精神耗弱，这是民法里面14条里面以前，这个说免刑或什么规定，我们感觉好像说这个很抽象。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后来99年是要把它改成，这个我们以前只能说，因为精神丧失、精神耗弱要鉴定嘛，很麻烦哈，所以很难认定，而且是在事后。哦，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身份来的说你是精神疾病或者是心智缺陷，所以本来是事情发生的少数个案，我们谨慎的去专业去鉴定，哦，用鉴定的方式、专业判断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把它取消了，反而是用身份认定。大家假如说拿身心障碍手册，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我可能为了入学到特教班得到特教服务，所以父母很愿意去说我孩子是智能障碍者，但是。我认为他是智能障碍者，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在轻度的状况之下，父母可以选择我不愿意接受这个手册的认定，啊，所以他事实上有点心智障碍，但是他不是智能障碍，啊，手册他没有手册。那么，可是，在就学阶段，他可能为了得到特教的服务，他会从宽，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服务，啊，可是他出了社会之后呢，他为了避免社会上的一些对他不利，所以他可能说我选择我不愿意再去接受手册。请问那个时候他？我们的保险业者是认定他是心智缺陷，还不是心智缺陷，很可能他要表保险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手册了，所以他不被认定是心智缺陷，他就拿到保单。可是理赔发生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可能去找出他很久很久的20年前你读过特教班，接过特教服务，所以我认为你是心智缺陷，是不理赔。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造成很大很大的争议了。那么个别的国民很难对抗整个他的保险集团，他的法律诉讼，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修法的时候，虽然所有的十几个委员的版本里面都集中在第一项，但我仍然趁这个机会能够周延的考量其他项目的修法的可能。好，谢谢。感谢我们陈理事长连续两位对有关身心障碍提出说明心有所感因为我是读特教的，我当过特教老师我教启智班的。在还没有当律师之前呢，所以听了有很多感受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知名作家庄桂香女士哦，来请发言。好，在座的各位好其实要说我是知名作家还不如说我是一名高中护理老师。也是精障病人比较恰当所以我今天刚刚我说了好像很勇敢的说出来所以我今天呢就我的专业背景知识以及我个人的特殊经验我今天的发言就针对着精障病人这个区块前面学者专家说了很多了避免道德风险这个条文
啊，以及这个理赔这些啊，我都听到很多了哈、啊。那么我非常怀疑，就是我非常纳闷，就是说在民国86年已经将这个条文啊删除，精障病人不理赔的这个条文删除，为什么90年又复定呢？难道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多啊有很多的这个道德风险事件发生呢？啊，那么或者是说又把它复定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啊以及立法委员们，他们是不是还对啊民国90年是不是还对这个精障精神障碍方面啊的疾病啊抱存着这个单一刻板的印象啊，就是一定是要啊那个衣衫褴褛啊，当街膜拜啊，喃喃自语啦、啊、甚至会打人啦、啊、这样人才叫做精障病人哈啊。那么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被利用拿来投保哈、啊、所以又把它删除掉，我是这样的猜测啊。事实上这20年来哈、啊、我们台湾精神医学非常的进步啊。那么很多的民间团体，我知道的民间团体啊啊，比如说刚那个滕西华秘书长康复之友会啊，还有这个我常常去参加的当志工的啊演讲这个精神健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已经像连锁店了，全台湾起码有20-30个点哈、啊，他们一直在帮助这些精障的弱势团体哈。啊啊，推动反歧视啊，反污名啊，还有证明运动啊。那么去年我们立法院证明运动这个证明法正式通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篇书面文字里面都是用啊精神障碍，你知道以前是用什么呢？精神疾病啊，那骂人呢、啊、是骂神经病啊，骂疯子啊。啊，那么我不晓得，哎，我想现在是少数人这样了哈。如果你还存这种观念的话，那就是非常落伍了。啊，那我们政府啊，我觉得政府单位更不应该开倒车啊。啊，我本人哈、啊、是在啊，我在教学岗位哈、啊，我当然是不遗余力哈、啊，因为我们的护理教书课本里面啊，也有关这个精神疾病。啊，精神障碍这个方面呢，也讲很多。因为那时候校园发生很多的自杀案件，哈、啊，那所以我在民国87年的时候被荣总跟台大医院哈、啊、都有的病例诊断为躁郁症2型，就是比较轻的躁郁症。啊，那个时候当然有一点点思想行为的偏差啦。可是都没有妨碍到什么哈、啊。那时候我就很爱买东西啦，花钱啦，旅行啦。个人财务损失很多，但是还好没有破产啊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而请假过，而且很奇怪的，我的同事、长官、朋友都没有人看得出来。一直到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哈 对不起，我今天不是打书哈，我写了这本书以后，哎呦，我的同事就坐在我对面啊，医护人员也会生病啊，他也是护理老师哎、欸，他居然不知道哎、欸。他说：“哎呀，你怎么不说呢？你说了，也许我可以帮助你，我们可以帮忙你一点啊。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替帮你代课啊。啊，好，我写了这本书，供医学界啊，还有这个病人们啊，作为一个参考啊。那从此以后，我更是投入这个啊，这个民间的这些啊，帮助弱势团体的运动啊，也深入校园做这个演讲哈啊。”那其实我哈，刚刚有提到说身心啊，有专家们提到身心障碍哦，应该我也算身心障碍了，因为啊，我是领有一张重大伤病卡，而且我到现在还在吃药哈。好，因为我哥哥本身就是中研院的院士哈，而且他研究的药就正好是这种药，正好我用上了哈，非常幸运啊。啊，他认为要吃保护你的脑细胞啊，所以我这么1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再复发过啊。那我也一直上班，我一直是家里的第二个经济来源哈 啊，一直工作到60岁才退休。退休以后也我继续做演讲哈哈、啊，还有一些写作。那我在民国我是87年被诊断哈、啊，我在86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份疾病险跟寿险哈，那每年呢都买200万的
意外险，因为我护理老师我知道嘛，意外死亡的占十大死亡原因第三位。哇，那直到我是昨天哈，不是，我是这个前天被告被找到哈，被这个我们滕西华秘书长找到我，好不容易找到我哈，因为我南北奔波，他找不到我，找到我啊，那昨天晚上我才看到这个关系文书啊，我才惊觉，哎呀，糟糕了，那我交的那些保费恐怕都泡汤了耶哈，以后能够理赔的会非常少，如果没有修法的话哈。啊，那这边顺便提一下，说大家都用 PowerPoint 啊。我因为时间太赶，而且我我在旅行中，在来台北旅行中，所以我没有电脑哈，所以我没有做，我只有书面报告哈，这个很抱歉啊。那台湾到底有多少精障人数呢？正胎安研究员中研院的正胎研究员从1990到2010二十年里面的一个报告哈，发表在杂志里报告，他拿两种病，就是焦虑症跟轻度的忧郁症，我们知道重度的忧郁症会自杀哈，是比较轻度的忧郁症，他做这两种病的追踪哈。但他的这个统计啊，就是说台湾人口啊，将近2000万里面有 11.5% 上，已经是二十年已经上升到 23.8% 哈。我们滕西华秘书长也提到，100万人口在看精神科啊。换句话说，我们台湾几乎有500万人口在二十年间都或多或少都得过这两种病，后来好了啊。好，那么我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特别为我们这些弱势团体请命哈啊，请我们的立法大人啊，这个专家学者啊，立法大人呐、或者是再就是再努力一下哈啊，修法啊，让我们享有一个国民应该有的权益哈、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庄女士哈，感谢。然后再来，我们要请我们财团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两位代表哈，是。那我们两位代表完了以后，我们就请刘仲龙老师，他有一点要补充的话，那个龙章你要讲好。那我们两位代表完了以后，我们先请王龙章委员哈，王龙章委员发言，然后再请刘老师再补充一下。那业界代表等一下也准备一下哈，我们业界代表，那再综合请我们这个主管机关相关的这首长来做整个相关的回应。好，那请来。对，在一起哈，这两位在一起对。我想因为他们两位在一起，所以我们时间上就稍微放宽，不是八分钟，因为他们是两位在一起，让大家了解一下。好，来。喂，好，主席，然后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社福单位，还有各位委员，还有记者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我是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社区家园的督导佳丽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荣幸，就是我有受到我们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的邀请，那就是有机会可以参与这样子的公听会。那我也很高兴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为我们心智障碍者来做一个发声。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保险呢，已经是现代人普遍的一个保障啦，所以不只是一般人哦。那刚刚也有听到蛮多位像那个这不好意思，这位委员也有分享到说，他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保险。那我们心智障碍者也有很多人是都在外面工作的，那他也会有做这样的保险的规划。所以呢，我就特地邀请了我们的至亲，就是我们的婉玲，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在外面工作，那他也有一些相关的保险，所以我就会特地邀请他来为大家现身说法这样子。
那因为这一次的会议就是非常的仓促哦，所以我跟婉玲只有讨论了两天，那就是也他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练习这样子。那因为他在表达上比较需要时间，所以呢，为了让各位可以清楚的了解他所表达的部分，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分享的 PPT。对，那现在我就是直接把时间就是让给婉玲，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活。欸，不好意思，因为他非常紧张，所以他必须要看着简报来分享，不然他会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讲什么这样子，请大家包涵。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小时候爸爸妈妈离婚后，我跟爸爸一起生活。爸爸外出生活，没办法照顾我。我在教养院从9岁到22岁。爸爸假日时，爸爸会接我回家。22岁，爸爸过世了。留下我一个人，我想外出工作，全心教养费的钱，所以我申请到仁爱十字中心。经过2年后，终于有机会到科学新竹科学园区工作了。有八公斤工作，我好高兴啊！全家提前交两倍的钱，也放心了。我是新竹市和谐园区有八光片的正式员工。正式员工在给员工安心工作，我的工作是周一到周五每个40个小时。我的工作内容是桌面清洁、煮面子、清扫卫生，我每天骑车再转8公车去上班。我们未来目前我一个人住，我必须努力工作赚钱养自己。所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买了保险。这样，我老了。我买了储蓄险，这样我老了还有钱生活。
每天骑车上下班马路上喝个好多。我很害怕被别人撞到，所以我骑很慢。也买了意外险来保障自己，这样受伤还有理赔。一分半医药费，我们支出最多的是保险费。如果哪一天我遇到意外受伤，可以帮忙我吧。干嘛是吗？仁爱基金会意外险、生活津贴、教会朋友，我所有的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缴了保险，当然也应得的保障，心智上来的要跟一般人一样的权利，没有表达的心智障碍的，那是因为旁边的人在帮他说，让他没有机会为自己表达，身边的人要不给他机会说出来。为自己胜利，保险法107条的条文对心智障碍的最让我感觉不公平，最歧视。谢谢大家专心听我说话。好，我想相当令人感动哈、哦。好，接下来我们请王龙章委员，请。我想各位都跟我一样被婉玲还有刚刚庄女士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然后而感动。那我想事实上在无论在精神障碍者或者所谓的心智缺陷的朋友里面，在这20年来，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民间的就是说团体，包括家长，然后包括障碍者本身，这些年的就是说努力来讲，事实上像婉玲像庄女士这样子的障碍朋友绝对不是少数，他们不是我们今天特别精心挑选出来的朋友，像他们这样子的障碍朋友事实上所在多有。那我们很努力的在为自己的未来在做努力负责任的时候，我想在很多的时候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大众，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到底对我们了不了解？好，
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对我们的不了解，然后出于所谓保护的目的而限制了我们的相关的权益，我必须要这样子的来说。好，那我想包括我们的主管机关，好，金管会，还有一些专家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在107条的相关规定里面，事实上对障碍者来讲不是问题，好，对精神障碍者或者所谓的心智缺陷 不是问题，主要的原因是要他要达到不能够辨识其行为或欠缺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作为要件，好，不是光只有精神障碍或者是有所谓的心智缺陷就作为条件。但是好，我在上一次在3月17号的咨询里面的话问，就说那我们的保险公司怎么样子来做认定。好，那在日前在3月28号的时候，我们金管会回复我，正式用公文回复我，告诉我的一个部分的话，他们查过了，人寿保险公司主要是按照被保险人是否经过法院依照民法第14条跟第15条之一，好，做了监护或者是辅助宣告作为判断。好，那如果没有，好，如果没有不表示就是认定他是有能力的。好，然后要再看这里面就是说是不是在腰保书的基本资料记载事项中有没有勾选保险人被保险人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者心智鉴定的身心障碍证明。好，如果有的话，好，重点在这里，如果有的话，保险公司将进一步办理核保作业。好，那怎么办理？没有标准的作业程序跟内容，然后调阅被保险人相关健康资料或洽询专业医生。好，那我想就是说，刚刚如果我们不是这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听，就说小林的表达等等，我不晓得就是说我们在做核保作业的保险公司从业人员，或者是说保险的业务员，好，会不会认定就说小林是不是他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来辨识他的行为，好，或认为他就欠缺辨识而行为的能力。好，这牵涉到就是说对这样子的障碍朋友的认识跟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空泛广泛的就是说规定，然后在这里面要剥夺障碍者同样的能够有保障 的权利。我想我基本上面我同意刚刚很多的学者专家等等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一个部分的规定跟限制，我想很多的部分有可以了解，但是就是也有一部分我等会再做请教。好，那我想再请教，如果精障者或者心智缺陷者，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基于道德风险的这一个部分，好，如果别人来帮他加保，那然后有这些顾虑，但是如果我自己是腰保人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好，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甚至于就是说我可以证明我缴保险费的钱是我自己赚的，是我自己出的，好，或者是说我从我可以分配我可支配的就是说所得里面来投保的，那是不是我们的保险公司就应该要让我们加保，然后特别是在寿险在死亡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未成年人，好，我理解就是说15岁以下的规定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规定，好，然后他不是家庭的主要家计负担者，好，或者是他没有工作收入，那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如果死亡他的相关的就是说给付事实上对家计有没有给付或者有没有保险对家计无干，但是就是说障碍者的话是啊，然后甚至于是家庭里面主要的家计负担者，在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在竹科工作的正职的朋友，他家里面就只有剩他有工作收入。好，那在这里面的话，他的真的就是说他的寿险、他的死亡等等，绝对会造成家庭的就是说经济负担、家庭的经济问题。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者的里面的话，如果我们只有丧葬费用的给付，
对障碍者来讲是不公平的，保障也是不足的。我们也认为他违反 CRPD 里面对寿险相关的，就是说歧视。那的争议跟问题会是在我们讲哦，就是说在实务的，就是说经验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里面是保险的，就是说业务员，然后保险公司在加保的时候是从宽的，但是在理赔的时候，事实上是从严的。好，在这里面的话，在给付有争议的时候，好，我们往往看到就是说在给付上面的争议，那然后在诉讼的时候，甚至于就是说有的法官要求障碍者要必须要来负举证的责任，这个在我们的就是说经验里面所在多有。那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说的如果有承保？好，他在承保的时候，既然认为就是说可以加保，在给付的时候就应该如实的来做给付。但是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面遇到给付责任的时候，就开始来计较他到底是在加保之前就有障碍存在，或者存在的风险，还是在加保就是说之后，哦，这样子的就是说问题跟争议，事实上，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里面。他本来就没有保这个项目，当然就是说不应该给付。包括我个人跟我知道我们很多委员的，就是说提案，所谓的就是说回溯的这个部分，是指在1999年之前有加保、有承保，那然后他有给付，他有缴保费的这个部分，发生了这样子的天灾的事故的时候，就应该要做给付。或者是1999年之后，我基于就是说附加保险或者是团体保险的时候，就是说有承保的这一个部分的话，也应该要做保险。我想不是说在回溯在地震死亡的未成年人或者是障碍者，然后保险公司通通都要赔钱，没有这样子的道理，这我们很清楚。而是就是说，既然你已经有承保，也收了就是说保费，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故。这自然应该要来做理赔。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是刚刚听了各位学者跟专家的意见，我个人有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教的，就是说在道德风险的这一个部分，无论未成年人或者经障者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认为就是说有道德风险的存在，所以有107条的相关规定。好。那但是就是说这样的道德风险为什么就是说专家们所提出来的就是说版本里面有就是说30万，好，我们认为障碍者的这个部分可以61.5万，好，那然后儿童的这个部分的话只有就是说30万，好，那道德风险在这上面的就是说差别的意义跟目的是怎么样，还是说这是对障碍者的一个优惠？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刚刚也有先进告诉我们，就是说个人投保的这个话有风险，好，那然后但是团体保险的这一个部分没有道德风险，那我就比较不能够理解，好，那譬如就是说在这里，我认为个人的保险如果给付在30万以上的话，如果存在风险，但是我们的学生保险的外险可以理赔100万。那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家属，我想要借由谋害这位未成年的被保险人而取财的话，那就是说他不会不知道，就是说有这不会因为是个人投保或者是团体投保而有差，特别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保险的理赔是他可以取得跟支配的话，它是不是仍然存在的风险？那如果这个的道理是相同跟相通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是说同样的要降低学生平安保险的理赔金额？好，那样子的逻辑才能够就是说相通啊。那我想借这样子的机会一并的就教各位。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王委员王龙章委员的，谢谢王龙章委员的发言。那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现场三位委员有没有要发言？还没有，好，好，那我们请刘老师，好，刘中龙教授在第二次发言，好吧？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同意我再一个补充发言。
我想我的发言呢，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个应该把修法的重点呢，集中在落实啊被保险人的同意权，这一点，这是第一点。各位看看委员呢、啊、提出来的案子，什么总共有15个案子。这里面呢、啊、都讲到啊天灾啊地变这些呢造成死亡，那就要理赔。其实它背后真正的原因呢是，并不是说天灾地变死了多少人所以要赔。你看里面它没有限制人，它没有说致很多人死多少人死亡，就即使是一个人也要赔。为什么要赔？因为没有道德风险的顾虑。真正的背后原因是没有道德风险的顾虑，所以我们应该把整个修法集中在这个投保过程中同意权的行使，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落实，而且保险公司也落实这个查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应该把今天讨论，很多人讨论到儿童保险，其实呢儿童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应该啊把它放到啊未成年人，把它当作未成年人的一环。今天15岁未满，你称他是未成年人，你称他是这个儿童吗？那18岁的呢也在民法也是未成年人，那他的同意呢照样啊无效。那我们如果解决了那个不满15岁所谓的儿童，那15岁以上20岁不满的那些人的保险机制在哪里？所以我们不应该啊在这边切一个，而是应该在直接就规定啊20岁不满的，这个德国法也是这种情况，就把它那就统一来思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应该把未成年人跟精神障碍的人当作人来看待，当作人来看待。我讲这个话有点残忍，不过不得不这样讲，因为我们的保险呢都想要把它建立现在这个上账费用这么小的范围，那他是不是人？为什么满20岁的人可以投保几百万，为什么他们就必须投保在上账费用？他也是人啊，他也要有人格权啊。那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保险金额啊这个限制呢，对不起，健全啊同意权的行使，就是被保险人要同意，要把它健全化，但是呢保险金额可以放宽，就是不受这个上账费用的限制。如果今天还是要建立在上账费用的范围内，那我建议，这个不是我的理想，我是不赞成的。如果是在上账费用的范围内的话，那这个根本就应该立法把那个同意权根本就排除掉，不需要同意，因为无利可图嘛，不会有风险。同时在排除的时候，把另外几个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学生保险，或者是那个公司为员工的保险，机关为团体他成员的保险，这些呢都纳在啊不需要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因为没有道德风险，整个就把它规定清楚。那至于这个精神障碍，这是一个它跟民法的观念、不太一样。我那个叶老师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在德国，它就是直接规定监护人跟被监护人。那真的你没有同意，刚才王委员提到这个情况说，如果一个人他有精神障碍，然后他没有被监护宣告，他可以不可以保险？当然可以啊，他精神健，他有障碍，但是他没有被监护宣告，他就是有行为能力人，他就可以去买保险的。那他这个是我们应该建立的观念。如果他真的到不能处理自己事务，那你就监护宣告嘛，自然就会有监护人来替他做处理。所以我们应该把那个关于精神障碍跟民法上面的监护宣告，应该把它挂钩，就是
把它一致化哈，那这样的话避免建立啊双重的观念，这是我以上啊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结。最后一个就是说，绝对不能有双重代理，就父母亲不可以自己去为子女买保险，买一个高额保险，但是又代理小孩子来同意，他未成年人来同意，这个在法律上应该明文把它规定禁止掉。谢谢。好，谢谢刘老师，请问还有没有我们的专家学姐想第二轮发言？好，来，请来。好，感谢主席给我第二次发言的机会哈。那其实，在感情上哈，我完全都赞成刚刚刘老师所主张的方向，因为确实把未成年人一起思考其实是比较周延的方式啦。那后来当然我们自己提的版本是简要，就是把这个建议修正的地方减到最小，然后也减少争议的点这样子。那不过把整个未成年人一起来考虑，我觉得是有一些我值得思考，因为毕竟德国法，我自己是在德国念书，所以我对德国法的这个认知，其实它的处理方法我觉得相对是细腻而周延，因为它处理也不只是一个未满几岁的人的问题，它把满了十五岁以后的或者满七岁以后的未成年人的同意权是不是可以由父母来代理呢，也一并的都处理了。那也包括说像就是精神障碍心智缺陷 的朋友们的投保人，他也一并处理，而且不是以一个固定的金额为限，只要超过这个金额，那么其实就是可以经过一些比较，因为他的前提是受监护宣告已经变成无行为能力之后才会受到这个条文的限制，那所以他的同意超过这个丧葬费用数额的同意，其实就会由第三者，比方说是以家事法院来代为同意，来代为判断，这样就是不准监护人来替代理被监护人做同意，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方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认同。那我只是说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版本其实是只是为了针对这次主要大家想要提的点，我做一点回应。那我想针对刚刚各位朋友的发言，我很多地方呢是也是非常的同意哈。那只是我发觉说，这里面我们对于现行107，尤其是第三项的解读哈，似乎有一点点就是说跟法条真正规定的现状是不符的，也就是说刚刚刘老师也提了，其实我们现在所规定的这个定义就是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致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不能判断就欠缺判断这个行为的意识，这个效果，这个其实并不是以身份，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你是精神障碍者或心智缺陷就被这一条绑住，其实 它是重点是在后面那一句。那所以其实根本来讲，这是就是以民法上的监护宣告这样的程度来作为107条第三项的要件，所以其实比方说刚刚的婉玲，他根本不会符合这107条的要件，所以他不受这一条的限制，所以这一条限制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范围，就是影响人范围这么大。好，那这是第一个我想觉得要理解，但是这不代表说这个条文没有再去检讨的修正空间，因为所以刚刚王委员有提到说，像现在因为他在107里面并没有把监护宣告定为一个要件，他采了监护宣告的实质内容，但是没有监护宣告的这个程序法上的以宣告法院的宣告作为107的适用要件，所以在执行上就会出现像保险公司可能他认定会从宽，他这样执行的时候认定，如果一旦从宽，就会使得其实107第三项他的实际上影响到人超过立法的时候所想的，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再去思考，是不是说要把要件呢，再把它定的，反正你就要看到法院的监护宣告才用这一条，这是一个可能可以思考的方式啊。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应该要可以厘清的一个误解。那第二个误解就是说，现在107第三项它限制的是投保的时候，不是限制理赔。好，那当然前提要先通过离投保这一关，如果投保这一关已经过了，就是说他并没有被认定成是这种精神障碍心智缺陷，然后达到不能判断这个行为的意思，也就是他已经没有额度限制了，那事后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再用精神障碍这个理由来拒赔，这个不是107所允许的，107第三项并不允许这种事情。好，那当然或许我也读过一些判决是可能
保险公司怀疑说这是因为精神疾病发作，所以可能涉及自杀等等，然后因此而具备。但是我想这个争点可能跟107本身无关，107没有提供给保险公司这样子用这个在107里面用给保险公司拒赔的这样子的正当理由，所以这是投保跟理赔限制上的，我们觉得应该可以有一点厘清了。那至于我们回到刚刚，其实也有一位朋友说，其实多数的家长以及包括你自己家里头有身心障碍者 的朋友，我们大家都是把他当宝，这一定是如此，绝大多数 99.99999% 是如此。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条文不是在防止推定说所有帮小孩子或帮精神障碍的人去投保就一定都有这种不好的动机，并不是这样。那只是作为一个，我想作为一个保险制度的一个，我想我从20岁学的保险法就爱上这个制度，我非常喜欢保险，所以20岁我就决定终身就是以保险法的研究做执志。我们很希望保险用在让它用出一个好的功能，只要有中间夹杂了极少数的几件这种利用保险达成谋害这样子弱势者的未成年也好或者弱势者，我们心里都会觉得非常的痛。我想这前两天的新闻我们大家都会感受到，心里会即使你不认，这是你不认识的，你都会很痛。那所以作为保险制度，这个现在有机会可以参与它的形成修正，我们也是方向上是，坦白讲，这是防极数少数的不良动机的，并不是去推测大家都有这个坏心眼。那只是说，会不会因为这个很少，我们就忽略这个问题？少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认为这不是问题？这个每个人想法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说，只要有一件我就会很痛苦，只要有一件我就很痛苦。那怎么样让这一件不会出现，或者至少在这个小孩子在弱势的时候不要出现，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这也是我在第一次发言的时候说，其实如果过了一个年龄，其实是不是这个疑虑变少了，我们就可以比较不担心这样子。好，那不急死亡保险，我强调死亡保险不急着一死。好，那其他的储蓄规划医疗都可以，都是都没有问题的。好，那这是我想我们应该是可以比较容易达成的共识。好，那我第二次发言到此，谢谢。好，那个汪老师，好，来第二次发言。那第二次汪老师发言完，我们就请这个业者来做说明。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先进。刚才听到几位先进的讨论，那我们先重申一下，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方向跟我们到努力的方向，实际上是从儿童保险的角度来切入了哈。那当然，王章委员，还有刚才诸位，就是为了弱势的身心障碍者来发声的这个部分，那的确我们也是感同身受了哈。那我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的单纯的哈，就是死亡保险并不是为了这个被保险的利益而存在的。那如果说这个身障者他在辨识保险的能力的方面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会比较保守一点。那只不过什么样才构成的，那当然这个要件的部分当然是越严格会好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人就像刚才小林先生说法的来看的话，他的确很懂保险的制度怎么运作的，那这个绝对不会是限制我们应该要限制的范围内。那另外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当有提到好很多案例就是投保的时候就放松，然后理赔的时候就从严，那甚至保险公司会主张说，你投保的时候，我从你的过去的病历资料看起来，似乎你有这种不能辨识的程度的时候，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主管机关要怎么去透过一个保险监理的方式假设保险公司用这样来作为拒赔的理由的时候，那实际上是应该有相对应的行政管理的规则去重罚他，那让他不会去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抗辩，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一点。那另外我要提醒的就是现在的保单的样式越来越多种，我们另外一个要考虑的点就是对于身障的假设他的辨识能力程度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什么？是业务员卖了很多他根本不需要的保险。那这一块，那当然也不是107条要处理的，可是呢，那也是在保险监理是大家必须要关切的。那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谢谢汪老师的补充哈。那我们现在请我们业者，我们中华民国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工会的代秘书长金代秘书长来请。
主席、各位委员，那我是寿险工会的代表。我想首先今天针对107条的讨论，我想从十几个委员的版本，应该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些未成年人他应该在某种程度受到保障。那也是大家念之在之的一点，就是道德危险必须要被防范。那我想从我们业者的角度，当然或许在座刚刚也有提到我们业者在实务上的一些运作上的一些做法，我想保险业是服务业，我们当然在实务上因为受到金管会的高度监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实在目前的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里面，保险争议案件名列前茅，表示我们保险业者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当然在这一次107条的修正，当然刚刚前面很多这个教授都有提到了，包括说限定以天灾作为一个理赔的一个范围。事实上这个天灾在我们保险业来讲，我们要去设计它的费率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会去找一个所谓的发生率，就是说以往的事件发生率是多少，我去算一个费率来收保费。但是就天灾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们跟业者征询的结果，他们找不到类似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要来作为一个设计保费的一个基础来讲，可能就有一个实际的困难。那另外来讲，刚刚也提到了，在天灾到底什么是天灾？我们举一个例子，台风，台风可能从它发这个台风形成、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登陆、离开，在这个不同的过程中间，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设在这个天灾的范畴内，进而认定说，哎，它就是属于天灾所导致的。那其实在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在评议的案子里头，有相当比例的案件是所谓的意外事故的认定。那意外事故的认定常常就会让一般人觉得说，哎，你保险公司收了保费，那你都不讲什么，到理赔的时候你就去主张说，哦，这个不是意外。那我们常常，我们一般人的认知是意料之外就是意外，但是保险上的意外是非因疾病引起之外来突发事故。那讲这一句话可能一般人很难理解，但这个是由我们保险业者本身，我们要去努力怎么样让一般的消费者了解保险的基本观念，在销售上不要让客户有一些不当就说这个错误的认知，或者是说在这个销售过程中不当的误导或者是劝诱，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保险业必须要努力的。那至于说刚刚有提到这个107条第三项针对身心障碍者的这些投保，我必须讲，我们一直以来在我们业者对于这种身心障碍者的承保来讲，我们是没有相关的经验。那所以在我们业者一直都会有一个认知，认为说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他就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事故，甚至是说有一些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本身导致身心障碍的原因是因为疾病所导致的。那其实在我们保险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投保前如果已经有发生保险事故的话，这个是不在保险的范围。那当然这个部分或许对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我现在想要透过一个保险，你或许你业者或者外界会讲说，哎，你已经有社会保险了，但是社会保险我们通常来讲可能只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我希望能够透过商业保险能够有更完整的保障，但是商业保险可能还是会回归到一个所谓的风险的控管，那事实上没有办法如所有人的意。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说，只要能够来保商业保险的话，你来保保险公司就没有拒绝的权利。那如果说最后是发展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可能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要收的费率会非常高。那如果费率高到某一种程度来讲的话，到时候是不是有达到这个保险的目的？是不是会让另外一个声音产生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都有待去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所以我想总归针对107条这一次的修正，我想刚刚很多学者专家都有提到，也感谢委员对这个案子就是说在这个15个版本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但是我们还是从业者的角度，希望说这些尽量在修法的过程中求其周延，未来不要在理赔的实务甚至说在投保的实务产生争议。因为我想商业保险它主要的目的或者体现的价值，应该是在理赔的时候受益人或家属可以拿到那笔保险金，而不是经过很多的波折以后，纵然拿到那笔保险金可能也对保险失去信心。好，我想这个是我这边简单的发言，谢谢。
好，那我们业者也做了回应，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列席的机关代表来做回应。那首先我们还是请金管会，金管会我们副主委黄天木副主委已经有到，好，来，是不是请回应？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学者、各位专家，还有我们很多我们相关团体的先进，还有各机关代表，大家早。谢谢招委今天召开这个公听会，我觉得这个公听会让我们对107条未来的修法的方向提出了非常完整、严密的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想刚才很多学者，包括婉玲跟庄女士，很多相关这个机构的代表提出了很多意见，那这意见对我们主管机关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想几个重点跟大家回应一下。第一点，保险法107条在99年的修正，其实主要第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的这个法益，其实第一个就是105年的同意权，因为这个15岁以下没有这个没有足够的这个替他自己保护的能力。第二就是他不是家庭经济的这个支柱，不是做面包的人，所以当时就是考虑原来的200万，其实比较容易引起道德风险，所以其实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调整。那当然这个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其实当时也有考虑。那所以这几个原因，其实当初对107条，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当然，这个规定执行下去之后，这几年来，其实看起来这个法律其实也并不是说有任何看出来有特别的这个瑕疵，目前是还可以。那至于说大家关心天灾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很多学者也提到过，天灾本身依照灾害防救法的第二条的定义，其中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再去厘清的地方。那这个对将来定价上，或者说是不是真能够防范道德风险，其实大家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总而言之，我觉得107条的这个定例，其实当初的修正，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希望能够降低道德的这个风险。那至于说第三项大家关心身心障碍的部分，其实坦白说，当初修正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个法律对精神丧失，刚才滕秘书长也讲过，精神耗弱其实是语义不明的，所以根据民法14条、15条之一，用监护跟辅助来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判断，其实是保护当事人，让他有好的这个投保的权益。只是说，如果他没有这个监护跟辅助宣告的时候怎么处理，就依照他的腰保书里面，他会说他自己有没有拿身心障碍手册。那核保单位去确定，如果有的话，可能还要再确定，问医生或咨询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到底这样一个情境是不是可以投保，或投保到什么额度。那这部分其实在核保上面是责成保险公司去做判断的，并没有主观上就排除我们相关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权益。那事实上，我想金管会这几年其实对不论在保险招揽核保理赔办法，还有我们最近的行政的令函，包括我们在座曾委员，他在张主委任内，我们在102年12月曾经也特别行文这个寿险工会，要对这个相关身心障碍者的加费部分，甚至理赔部分都要做相关的处理。那招揽核保理赔办法也特别要求，不可以对这个相关身心障碍者有相关的歧视。那这部分其实属于执行面的问题，法律方面我们其实都有做相关的法规的宣示。所以我想今天主要就是很简单报告，其实刚才几位法律学者提到的同意权的概念，还有不是家庭支柱的概念，都是我们当初修法的这个意旨。那天灾部分的确在定义上面要很审慎的去研究。那至于说身心障碍的部分，我们心同，我想今天庄女士跟婉玲您的发言我们永远都会记在心里，我想我们跟您是同理心的，我们了解您的这个想法跟状况。那需要保险公司这边去特别去在执行面特别去严谨注意的话，我们在监理上会继续注意。我想各位提的意见，我想从招委当然会做一个决议，将来我们想作为我们修法的参考。那我想金管会跟相关大多数的学者跟专家的意见是相同的，希望这个法能够修得更好。不过当然我也特别强调，其实法律尽量是求安定，如果说能够在现有法制之下能够兼顾，其实尽量是以最小修正为原则，因为毕竟
毕竟这个法律是要可长可久的。那我想这是我简单的一点想法，谢谢。好，我们谢谢金管会的回应。我在这里啊，要借这个机会再跟金管会再次的提出，那个根据我们以往啊，任何一个修法或立法，主管机关都会提出相对应的法案说明，提出他的意见。但是我们比较遗憾，这一次我们保险法有15个法案提出来，金管会在一开始都没有任何回应。啊，这一次让我们觉得很讶异的哦。那到底这是职权疏忽，还是真的觉得这个啊没有改的必要？那也要做说明。啊，我相信以前我们郑委员在当金管会主委绝对不会这样。所以啊，这一次是我们本委员会要提出不满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希望以后如果有相对应的法案，那金管会必须要注意，而且他必须对提出修法的委员也要做一些说明。我要到研究室去跟他说明，这样就不会产生我们在不管是立法或修法上的一些彼此之间的落差。哦，这个我们对金管会今天的说明，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啊，要提出一些建议。我们请金管会特别要注意哈。好，再来我们啊，户政署有没有要回应来？啊，请没有。好，好，那我们内政部消防署的灾害管理组，我们的专委有没有要回应？啊，是，来，请来。主席，然后各位委员啊，与会的这个团体机关代表，大家好。那从今天早上的讨论吼，大概都会提到这个灾方法有关这个灾害的一个定义吼。那在这边吼，就灾方法有关灾害的定义，简单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灾方法的第二条第一款里面，它针对灾害的定义有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风灾、水灾、震灾、旱灾、寒害、土石流灾害等天然灾害，这是天然灾害的部分。那第二是火灾、爆炸、公用气体、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矿灾、空难、海难、路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灾、毒性化学物质灾害等灾害。但是这些灾害的一个类型的话，是适用于灾害防救法。那经过今天早上的一个讨论，就是说这些灾害类型能不能适用到保险法107条修正提案里面去适用？经过今天早上的讨论，还是会有所疑虑。所以我们这边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回归到这个保险法107条的一个立法精神，去综合各界的一个意见，还有执行层面去做综合的考量，由主管机关去定名它适用的一个灾害类型。那以上补充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消防署好的说明。那我们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的专委叶专委有没有要回应？没有，好，请坐哈。那再来我们卫福部保护服务司科长，还有社会及家庭署的科长，两位科长有没有回应的？没有，好。那法务部参事我们刘参事有没有要回应的？没有，好。那我们感谢副主委来，好，补充来。报告赵伟，我想刚刚跟我们同仁讨论，我想就遵照赵伟的指示，我想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对这个事情做了那么多用心的讨论，我想金管会会提出我们的版本，我们会跟主委报告，我们就尽快提出自己的版本。那我们也会特别跟每一位委员，甚至跟相关今天参加与会的这些学者专家，我们都会一一跟他拜会请益。好，谢谢。好，那尽快提出来哈。那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么多的教授老师们，这么多的我们社会人士都来到现场，提出他们宝贵的意见跟说明。那我在这里先向大家做报告，我们的便当已经来了哈。人权很重要，肚子也要顾着哈。那等一下，如果来我们便当，等一下马上发下去哈，可以发的没关系，可以发的。那大家要在这里用餐，就请在这里用餐。那您要带回去也可以。那很抱歉，立法院的便当不太好吃哈，但是，告诉大家，不好吃的会比较健康，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啊。所以在这里向大家做个说明哈。那我今天就来做一个结论啊。依据我们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58条规定，委员会应该在公听会终结后10日内，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见提出公听会的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出席者。
还有依据我们第59条规定，公听会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之参考，所以我们委员会会把今天与会者所有的发言意见综合归纳并汇编成册，送交本院全体所有的委员以及今日出席的贵宾们来做参考。如果各位贵宾还有其他书面意见或相关资料，也请尽速提供给我们，我们将一并纳入本次的公听会报告里面。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业界及政府机关代表的出席，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宣布散会，好，谢谢大家。